你要对话，就武器架武器架那边话。对对对对，武器架那边强化。然后最多好像等级三而已。哦，原来是要这样玩哦，这个球怎样？啊，我现在是最高级的炮了，玩球了吗？嗯，来了，我来了。也不是会玩的、啊，就是多一个玩法。哦，哎、欸，我这个很痛哎、欸，然后你看，你看，嘿，三小、啊，走路啊，对啊，对啊，我那天就是这样子在跟你逛街啊，我就没在客气逛街。我不知道，我那天是这样子的，我一直是这样子，我根本就没有在理我的球，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球在干嘛，真是没用。我现在才正是没用，这么夸张？来人，拖下去斩了！走了，走了，走了，我们可以去新的关卡了。好哎、欸 oh、新的关卡难呢。为了我们的球，现在推荐要38攻击跟33防御，我防御只有9啊，才20几而已。我多少？我的攻，我攻击53，屌虐局啦！我防御才4而已。四座，我们只要活到商店就好了，买个武器死掉就算了。我们，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 ，OK。我们只要我自己在玩单人的时候，怎么想到我前面就被小怪打死了？我也觉得这款真的不适合单人自己玩，太难。我还在讲话哎，打一名敌人，我拿这个了，这场靠我输出了，真的。救人哦，好了，我来、那就这个啊，蹦蹦，蹦蹦蹦蹦蹦，看一下他讲什么，他讲了很多。这边包子变得特别多。对啊。不知道他球还有什么别的？这个运球我觉得蛮烂的。我觉得超烂的。我还一直叫到你们过来为止。我觉得他没什么用。还是他运球可以推倒敌人，可以吗？没有，他就二段伤害、啊。推倒敌哦，好可爱哦。什么怪啊？在哪里、啊？这个苍蝇好可爱哦、喔！哎、欸，我怎么变小了？有人把他砸死了！靠、欸，我变小哎、欸！你手变小了！欸、我刚刚踩到东西哦，白痴哦、喔！那个粉，那个包子的粉会让我们变小。欸、而且，哦、你在演《爱丽丝梦游仙境》哎，我操！哎、欸，对，超快的、欸。嘿、欸，很快耶、欸！也是蹦蹦蹦，长得很丑的蚊子啊，这好丑哦、喔！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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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素材含水晶，下下二十，这个变小，哎呦，有变回来了。我想说，对，我也想说，会不会不变小？你们伤害有变低吗？嗯、没注意看，有也是会啊，应该是有吧？我看一下，来 ，Oh my god，、欸、没有哎、欸，哎、欸，没有、欸，没有变低、欸，哎、欸，这样靠边、欸，我沾染到了，操！那肯定是速度变快了，速度变快了，你不甘心了？对啊，速度变快啊，帮助我们的吧？不是变小那个白痴哦、喔，后坐力变超强的啦！我不想感觉，我觉得没有啊，有啊，你看一样啊，一样，没有没有，差很多，真的没有一样啊，哪有？那是你机枪的问题吧？真的吗？哎、欸，我右上哎、欸。哎、欸，我不是右上吗？白烂哦、喔，颜、啊、色换了是不是？这样我进来顺序不一样，因为进来顺序的问题吧嘛。那、啊、我想说，我可以拿那个。繁星、啊、那天也是最后小朋友拿那个。我是不匹配的猎人是怎样？啊、你不够吗？我还想拿你的那个哎、欸，阿派达呢？你不配九又二分之一月台吧？哎哎哎！我变巨大了，我变巨大了！哎、欸，你怎么变的？我操！他这是粉色的，那上面，那你去，你去碰那个黄色、白色是那个变小，变大会干嘛？红色是变大，变慢，变大你速度有变慢吗？变慢，速度有比较慢一点，但但伤害好像没有差，伤害没差，攻击范围变比较远而已。往上，往上。真的阿旺好大啊、哦！
阿王好大哦，好欸、都成牌了。阿王手可以这么大、啊，好哎、欸、哎、欸，我要让我看，我看他可以多大。哎、欸，这只毛毛虫好可爱哦！我、欸、那个跟一哥吉拉，我操蛋了！摩斯拉吗？你真的要撑开了，撑开了！哎、欸，那个哥吉拉里面那个叫什么摩斯拉是不是啊？它好像摩斯拉就是还没长翅膀的样子、哦。你的球嘞？你的球哎，有大吗？没有哎、欸，我球没有，有球不会比较大。哎、欸，有啦，拿在手上有啦，丢、出去会变小啦。阿王，你这样太大了，可能受不了。我回来了，不是那边，就一时而已。充血结束了，他消下去了。哪儿？是摩拉啦，是摩斯拉。阿王出来了，是不是？哎、欸，那可以，那可以变超小、喔，可以吧？嗯、没有哎、欸，他好像 就这么小而已、欸。阿王，你怎么那么快就变小了？有个眼睛草。眼睛真的是眼睛草哎！啊，夸小夸小！哎呦，他打我，他打我！怎么那么快就变小了？我要补血，要补，好痛啊！阿王，阿王只维持了一关的大，突然就变好小了，真快啊！阿王，回我拜托，我伸缩自如，好吧？阿王怎么这么快？这位男人、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哦，没有，这好像就是前面在施法。你有看中间那个在施法？有，在施法。哎呀，好多草，生了好多哦。是阿汪的种吗？阿汪的种。这不是我的 type 啊！Oh my god， 他倒下的时候很色情呢、欸。他很可爱耶、欸，但他很可愛他倒下可以养。你看他倒下的时候屁股超翘，跳超高的。哪里？我要看你再倒一次。这是刚刚那只怪，好不好？闪躲。我不行哎、欸，阿王阿王，我想敌人推开到底是好还是坏啊？哎、欸，钱不够哎、欸，钱好少啊。有，先看武器啊，买武器啊，我们要买武器。我要看一下装备。阿王很糟糕。买防具啊。还好吧，哎呀，呜，有了，有球了，好了、哦，球是什么？在附近打出伤害增加、欸，哎，倒钩长矛，哎呀，高抛、欸，哎，你这个是有同伴在附近会增加的东西、欸，哎、欸，可是这个不是补血，对啊，啊，怎么是补？怎么不是补血的？补血要去前面那一关吧？那前面那一关不是都是那个吗？买了，前面那关是补血的、啊，南瓜跟那个。好可爱哟、喔！我的天哪！阿百姓，你丢看看，你那个特殊攻击是什么？哦，我插一件。小康，你看我的头，超可爱的。毛茸茸的头。毛茸茸的。怎么办？那不能打出声啊！我想要去前面那关买。前面那关有。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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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装备。请问有没有人可以来来来，我帮你二十块？哎，十六块。可以啊。啊，感谢。哎、欸，你在我旁边，放心，在我旁边，你看，我看一下这个伤害差多少。哦，差很多呢。不然原本是多少？原本才可能四千多而已。啊，我没钱了。我是个穷逼。哎、欸，魔药阿旺不补吗？啊？哦哦，没有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看，然后你们不要动，你不要动哦，我先离你们远一点，然后你们看我这个，没有同伴在旁边的时候是五千四，然后你们靠近我，能越多越靠近吗？靠腰，怎么变低了？没有砸到。变低。哦，对。我刚才打了一个九千多的，还是你是刚好暴击啊？你是没有，你是刚好有暴击啦。可是平均伤害、欸，你们离我远一点，你们离我远一点一下。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很远啊。你脚下有火光的时候，就是代表是有了。哦，那我看一下有多远。别动。哎、欸，操你妈，阿汪！
干嘛？我还在想测试距离，应该顺来顺去。哎、欸，这个距离就不行了、哦，这个距离就没有了。那很近哎、欸，啊，那很近哎、欸。我想要买上一关的装。可以啊，走吧。那我好像韩布韩布来的人哦、喔。我也是哎、欸。是戴那个帽的，我是东北人，哈香姐，你是韩木哎，这是韩木。你看我又我又跑错地方了，白痴、啊，白痴啊，我也是。啊对，彗星级造成哎、欸，怎么都是死连级啊？对啊。不是选错了，十连级会放一颗炸弹呢、欸，好像是友军的那一颗、欸。我、哦、是十连级一定会暴击，好、啊，一下暴击的吧？选错了，没事。小黄也是选暴击，好玩一起玩。现在如意转，你也是啊、哦？我没有，我没有拿那个，但是哎哎哎，干嘛干嘛要干嘛？他变大了，干嘛？他变摩斯拉了、嗯？哎呦，不是变太大了，哦、重种不一样了，他把他吃掉了。我打了两，啊！有人被吃掉了，有人被吃掉了，被吃掉了！救我啊！好痛哦！这波行动完了。好了。啊，这是炸弹吗？就是最后我们要在一起，我们才可以，我们才可以有那个伤害增加。好好好好。哎、欸，他躲起来了，他挖地了，他遁地了。哇！我、哦！救命！救命！我好害怕。哎呦，好痛！哎、欸，不要！坦克奇，放我出来！阿佐出来！坦克奇，出来了，出来了，出来！哎、欸，我要喝水，喝不到，快烂了！救命，女王！哎、欸，那个反性不是救人会增加伤害还是什么的？会有会有范围伤害啊！复活复活！有呀有呀，小怪死光了！哎呦！他钻地，他钻地了，靠背，哎、欸，靠腰，靠背，完了，我死了，真的，我死了，救我！啊啊，没回避了，被吃掉了。他快死了，他快死了。他去哪里？他去哪里？他吃谁？操！有了，有了，有了。哎呦！哎呦！啊！哎呦！哎呦！哎呦！再一次，再一次！哎、欸，蹦蹦炸弹，闪躲石。哦，这个我拿了，不错哎。你说电球哦？我拿，我拿。对啊，走开啦！好，走开啦！走開啦右边吗？哦，喝个水，喝个水，靠我，靠我。啊！靠我，靠我。喝水，喝水。你也看到很多如意转的影片。我剩600血了，我剩60滴。这啥、啊？那个吧，免费升级。升级。六。两。他们拿，他们拿什么？钱还是随机？玩随机？钱吧，随机吗？钱吗？那还有水吗？有。哎呀，你要说啥呢？这是水吗？赠予礼物，谢谢，谢谢，谢谢。哈哈哈！残血真伤，怎么样？一旦角色死掉是这样？我看自己角色死掉哦，爆雷！我爆雷！没有，我观众爆雷我。哎，对啊，怎么看？哦，用滑鼠可以看的。哦，啊、我可以复活啊！我有春哥，加翻新春哥甲啊，春哥那个蓝色的，你有多一条命啊？对，蓝色一个 T 的，你有复一次性复活夹？啊，没事没事，三重轮回，知道？三重二重轮回，
哦，我们这个 damage 真的是有点浮夸呢。因为我们刚刚是一起攻击的。哎，靠腰啊！哎，好啦。对啊，怎么又有这？那个包子骗了，那个包子会骗了，不要靠太近打。他遁地吗？害我，害我又掉了脏话。他死了。对。好久没在实况上这么奔放。哪一个部分？哎，垃圾话一堆。好妖。开台就是要讲一些垃圾话吧。开台不讲垃圾话，味道少一半。哇，我不讲垃圾话，真的味道少一半。你不讲垃圾话吗？你确定吗？我不讲垃圾话。你确定吗？Are you sure, 宝莲？任何时讲过什么？不要说不讲垃圾话，讲色话。讲色话，啊、那应该是我了。乱讲。我是一个有内色色，没有信心的人。差不多，你刚哎、欸，我们要不然回放放回放。刚刚说扩大是谁说的？撑开是誰說的？不，他不是讲扩，是扩撑开。对对对，是谁说的？撑开。我们这边可是都有 VOD 的呢。撑开，那是刚刚有人胁迫我讲出来。哦，是谁呀、啊？这么过分？不讲的话，怕你被撑开吗？OK，还是你觉得？我们现在立马关台了。我们立马关台。完，大家再见。我们只开了20分钟。到底是要被要关台，还是要被关台的呢？但是棺材了哦啊 ，OK OK， 那不打扰你们了。OK， 好好好，我死掉了啊！对不起，想说话了哈，气热了，说话了，哎，靠腰，又有一个抓制裁了。不是哦，我在他妈的在换子弹，好爽哦！我复活你，造成十连击耶！哇哦，哇哦，因为我救了他们会伤害。对对，全体伤害的那个。对对对，哎，多吃一点。哎呦，多吃一点，直接拿一个 combo 出来。阿旺真糟糕。哎呀，我糟糕不是众所周知吗？真的，在场的应该没有不糟糕的吧？没有吧？最糟糕应该是阿旺啊。嘿嘿，没有啊，我。但啊。哎、欸，不对耶，我来了，我来了，我听到鲜血的味道了，我闻到鲜血的味道，靠，我没吃啊！啊，我在往前，你也要遭到制裁了，好爽！等一下，一起来，你在正这边，啊，我被吃掉了，是要可不可以找一个帅一点的吃啊？九娃，啊，对不起，我跳出去了。我妈打电话过来，接一下。你妈在看台对不对？少说两句。对。家丑不可外扬。哎呀，素贞都好烂哦，真的。废了！啊！哎、欸，拿刚刚那个，他补了一瓶水给我、欸，哎，你拿了什么东西？我刚看到你、啊、有哎、欸，他精力宝、啊、有啊，那个会啊，对啊，我刚刚以为只有加效果、欸，哎，我没想到他补了一瓶精力宝，蟹钻，跟精力汤一样，还有新装备，装备获得护盾力护，完美闪避。哦，那我们，哎，对不对啊？八条玩具，获得护盾力气。哎，你们，我复活你们会造成1000伤害喽。复活流啊！哎呦！
他怎么没有黄泉大道呢？可恶！哎、欸，你电话结束记得开麦啊，不要又跟前天一样啊。对。喂喂喂，哎呦，开我开，你回来了。嗯，我妈要等回来。这是为什么？早讲一点。喂，怎么了？蚕土是二十一滴哦，5块钱，二十五。呵，啾啾啾啾 ！OK， 我妈要挂掉了，不好吧？我说电话。Oh my god！ Oh my god！ 阿汪怎么都可以这么糟糕？我说，哎，搞屁事！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先说阿汪，阿汪怎么可以这么糟糕啊？现在是耳朵不重要，听不清了是不是啊？对啊，我就来来传江太医。我耳中只有我想听的，我耳中只有我想听的。哦，这个我可以，这个我也可以。这只吗？这只我不行。可是我不想要他那个。我靠，要白痴，我不行了啦！他太娇阿卡了。哎呦，他如果这长得好，靠腰被鞭尸妈的，就我。哎，死光哎！他去哪儿？啊啊！是不是躲在石头后面？哦，他变对对对对。啊，对啊，他躲在石头后面。哦，哇！哎哎哎！啊！爆炸吧！好痛哦！我爆了！哎，还晕了！爆炸吧！我打6800。哦，繁星一个直接12连击。哎，分身了！分身了！我有爆破！我靠！什么？兄弟，我需要更多的尸体。没有啦。好好有了有了，尸体来了，尸体来了！太远了太远了！哎，尸体尸体尸体，救救！繁星在施法了，繁星施法了，救救！靠他的尸体！哎呦，分身更多了！什么东西啦？躲开啦！我们要补血。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我已经喝掉了。好，没事没事。Healing hands, healing hands。他在、哦、好痛哦！干，给我分身！哪一个是真的？还是就没差是都扁？都没差都扁啊！我死了妈，我没死。所以每个都是真这个。也是，每个都是真的。他躲起来了吗？什么东西？哦，有人进，没有？有拿那个，有拿那个急货，有那个。小峰刚是在鞭尸吗？输输输输输输！我要出剑杀人！不要咬我！不要咬我！救救救救！来来来来，尾刀尾刀尾刀！来来来来来来，有有有有有！哎耶！再来再来再来，我要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死了死了死了！哇！救救救救！这只好弱，这只怎么那么简单？哎，有人死了！我救他！救救救救救！来喝水喝水喝水！可怜，被我干死了吗？对啊，被你的尸体干死哎！真的。Oh my god！ 干完尸体了。我打多少啊？24万。啊，我没有看到。无相岩妖狐靠腰。呼呼呼呼！嘟嘟嘟！哎，我终于穿上裤子了，我前面都没裤子穿呢。天哪，我觉得下空还蛮不错的。我也不见了。领取。哎，我哦。我拿换水晶。战斗中。交闪避更快。
那我们要去哪一关？嗯 ，Four Dance Talk Four。哪一关哦？下一关呢、啊？我想要先去前面那个。我想买武器耶、欸啊！我26颗钻石。我也是26颗、啊。为什么？凭什么？因为我刚刚都没有买啊。Where we go？ 这啥？哎、欸，哎、哦、呦，他有开到第四关。我们可以打狂暴二的原理，肯定是要升这个雪龙龙库尔帽的吧？伤害加成超强的、欸，我的攻击力变更低了，因为拿那个锤子，攻击是5，防御是9，越来越低，越玩越低。怎么躺在地板上过粉啊？天哪！哎、欸，他尸体很牛，我他尸体造成一些伤害，你知道吗？我是指挥部的人吗？我在施暴，我现在尸体都是翻新的魔法、欸，哎、啊，真的是尸体爆破、欸，哎。我是指挥部的人欸，我肯定我是指挥官啊，好不好？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指挥官了。速增加，闪躲的炸弹。打喽都是靠一张嘴，你知不知道啊？还在输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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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输出。嘴盾，嘴盾，真的妈打喽打一配都靠一张嘴了。大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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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一滴，对，没有长枪可以回了啊！厂商，你知道嘴长最有中离哦，中离吗、哦對？居然会有人想带灵命中离，真的灵命中离进来元神做什么？对耶，有那个讨人厌的花，没错，我刚刚踩到了，操！蹦蹦，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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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哎、欸，其实那个炸弹超痛的，对啊，炸弹很痛啊。嗯，其实应该把它拖过去用炸弹炸，应该会清很快。All you满命的 ，Misa 不带我。我只有两命中离，不需要米莎，我也不需要米莎带啦。对啊，会会。现在想抽仆人都抽不到他们呗。克啊克就抽了。我的铁道他妈的62抽了，我的沙金还没出，吐了，吐了。真的哭了，从来都不记得这个是什么、欸、真的机、欸、会命运。对啊，啥？感觉这个原始的图案到底是长点？克不了了，我克不了了。真的、欸、都不一样 啊！是精英怪吧？哎、欸、是吗？嗯，哎、欸、是吗？你说我怎么在铁道吗？就好。就进去抽抽啊！我死了！哎、欸，死掉本案的，好，谢谢。哎、欸，我没有注意过这个是什么？喂！啊！我上面两只猪鸡在追我。把他引去那个炸弹那边，他喜欢你。爆他！妈，940的伤害，这个炸弹真的是很猛。我不喜欢这个丑陋的东西。我的审美不允许我的世界出现这种丑陋的东西。这个哦，神器的概念。Better than that。 不不不，阿旺你怎么剩一滴血啊？他已经死两次了，被打死了。不是有二命中你吗？想到我现在玩的是原神一样啊。好像也是欸。
对啊，现在我还是原神，我还不是哪个八重神出来挂机。还敢挂机啊？可悲啊！要挂吧。这不算。那我肯定只拿水神了、啊，把你们那个挂大姐就好了。我刚刚好像重击了你的球。哈铁道就抽卡游戏啊，反正他原石送这么多，他的石头送这么多。嘿、哎，铁道就是拿来就是那个、啊、满足我抽卡欲望的、啊，不然我会一直想抽原神。可是原神送的原石现在真的好少、哦，70颗，妈现在像乞丐一样。你要干呐、啊？为什么只有70颗啊？活动一个妈才70颗。啊！我网页的活动还没死啊！我死掉了。我们洋葱别吃啊！你爱洋葱吗？洋葱比较爱你、啊。我喜欢吃洋葱啊，但洋葱也喜欢吃你。对啊，洋葱比较喜欢吃你呢。不要太刺激了。你说会辣吗？会痛、啊、会辣眼睛？会痛吗？会痛，洋葱口味呢？哎，就知道你喜欢洋葱。是说啊，拍摄我弹出去了，洋葱真的太刺激了。哎，嘿，炸裂耶！让他们进来，蹦一下，真大声啊！干有那个藤蔓呐、啊！我是狂死哎、欸！观众觉得血越来越少、啊哦，我那个直接炸死一个人。我明明干嘛、啊？快爆炸！快爆炸！有洋葱，小空洋葱救我！他丢了治愈种子了、啊，快！这边有炸弹，我这边。那边有花，有花，有花！靠！种子赛，哎，藤蔓上啊，气死！有哎呀！我四只两只轮流。哎，不是这是白痴！我救你，我损了一堆血，我操！哎，真的为什么啊？会受伤哎、欸，没做什么事情哎、欸，因为。那个救人会扣血，因为是那个难度比较高的那个。我会在消耗你的血，真的哎、欸，你在咬我哎、欸，好糟糕哦，各位回个血吧。他在咬我。哎、欸，等等，先不要回，先去商店。如果有那个补血，大家一起再来补。好啊。嘻嘻嘻，有补血的。那个装备啊，是什么？可莉玩家，可莉。哎呦！哎、欸，为什么啊？好气哦！我想、這個、是这一关才有这个啦。哦，要进阶才有哦。嗯，没有，应该说这一关才会出豆瓜的装备。哎，好吧。瓜豆啦，这样。那我要拿，我要拿。换你帮我买一下这个。好，来，需要，谢谢。我来，这个我来。没事，我拿15哦，好吧，这个我拿买装备，还有多少11？装备，我要怎么用呢？Fire the four，Fire the four， 来哟！来！哎，这个是他直接有一次，哦，我有3次可以用。来，靠过来一下。他这不就是我的长矛吗？对啊，对啊，是这关才有卖的啊。哦，这超烂的。不会啊，哪会？60滴，我的枪都没有更新。你看4个人的话，240滴耶，
获得一把我有命中锤。攻击负生命值的敌人时，必定能会心一击。为什么要用英文？这什么意思？攻击什么？快死掉的？攻击他满血，满血生命值。他就是那个、啊、台美合并、啊。我今天很 happy。我觉得又掉体力不太好。我觉得这个 very best。的，我觉得这个 very buster， 这是姑姑的。怎么大家都选一样的？哎，这样钱不好，更有性价比嘛？对，没错，不是其他看不起，这个更有性价比。啊我没有听到。啊！救！哦，我等下可以补两次。不要，别走掉！等。喂，我死了吗？没有。哎呦！哎，为什么会有那个光束啊？大家都想当杀技、哦，回避有变慢的。啊！不屑的，不屑的。为了中计。Oh shit！ 他妈一直跳，妈的！啊、就这也没什么难度嘛，完美闪避，哎，这个其实不错用。哎，怎么没有出传送门？怎么那么好？我们的泰勒·斯威夫特每天都，我们每天都听的都是那个哎、欸，好痛哦！只是不能抓重击，哎呦石头！完了，我他妈的跳到怪面前给他打白烂。完了！为了救你，哇，剩小空了，哇，死了，死光了，没了，死了！你说剩我的那一瞬间，我直接被打死。哇，算了，我死掉怎么还有动画？我有买到武器了。你是快乐的死去哎、欸，真的、欸，你最赚了。我今天有买巧克力饼干，太爽了。那个 Subway 的那个巧克力豆饼干。巧克力豆，胡尼。然后我刚刚喝了他的气泡水，我感觉他气泡水是用自来水泡的，超难喝。啊？他说狐狸有问题吗？狐狸蛋。哦，哎、欸，你们记得再去看一下，我都没有买到新的枪，操！你再去看一下那个首饰制作啊，会有石头。对耶，忘记这件事情了。什么？哪里可以制作？哎、欸，你看一下你的画面左下角有个那个锤子的图案啊。哦，好可爱哦、喔！该做了吧？哇，做一个就加字符哦。哇，甜菜公仔好可爱、欸，好可爱、欸！看多少次我都觉得我很可以、欸。你说洋葱哦、喔，不好意思，这狐狸真的可以跟他，他就是狐狸啦。哦，再来一下、欸，真的可以跟他那个，好棒，可以抢。这只老虎很可爱呢、欸。治疗组，看他的尾巴。
抢坏，你看。有点后悔交易这个技能。哇，我有32个，哎，再打一次再来，我要拿一个补血球球。好好好。OK， 再去一次那关是不是？对，确实确实都可以啊。哦，我是需要买他整套的。对，我就是想要买那个衣服，那个。我想买衣服，想要买到他的买整套。枪要不是进阶的哎、欸，好像是因为那时候哎、欸，昨天哎、欸、前天打的时候两场都是只有出枪啊。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啦？不是吧？白真速度增加。哎，不过这个翻滚真的变蛮慢的，就变他装备变重。会。谁？凯特琳是你，凯特琳，凯特琳，是凯特琳还是艾希呢？艾希才不会这样飞嘞！那个另外一个那一款游戏的艾，另外一款游戏的艾希，你说女装冒险吗？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手表的，妖怪手表，不是啦，怪物手表，不是啦，Overwatch 的。哦哦，说，我跟你说，我那个爱心炸弹那个完全丢不到，我完全射不到。没有，你丢出去，丢出去就你不要动，直接开枪，它会中。对对对对对，你丢出去什么都不要到，它会直接，对，它会直接中。OK， 我都觉得我是烂咖，你没有乱讲，乱，你一定没看过我的爱心。那你肯定也是没看过我的爱心。你有没有叫过包伯？哎、欸，我也超少叫出包伯。对，艾希玩的好不好是看包伯出场几次，好吗？没错啊，那我可能是很菜的那种、欸，根本叫不出来。我还买了艾希的老虎造型，你知道？妈的，想看老虎看不到。我都差点忘记有包伯这个技能了，你知道吗？是啊，我还好，我现在已经把垃圾游戏删掉了。黄泉大道。哦，用血在换钱呢、欸！天啊，鲜血祭坛，鲜血祭坛，走错棚了、哦，不好意思啊。跟三次挑战，三次挑战。怎么了？只要玩宇宙冒险 Plus 啊？那是看什么时候啊？是模组啊啊！很多人啊。我们可以去啊，不然等下关台来玩。哎、欸，不是，不是要开台玩的意思。开台，因为不知道那个到底能不能开台用那些模组。哦，对呢，麻烦。哎、欸，我的钱，我的钱，50块，50块。来了，帮你们补血。哇，我打了个20000多哎 ，What the fuck？ 真的是 What the fuck？ 都是满的，好快乐哦。好扯。石头，石头，石头！大石头其实蛮多的。小公主只有15颗啊！你刚刚有没有做装啊？做那个装饰？等一下，等一下。做什么装饰、欸？哦，我有啊，我刚、啊、那个手持，因为我有花钱买东西，买防具。啊、哦。好了，我这15个是要留着等，没事没事。炮重炮出来，我想买个新的重炮啊。嘿，砸地牙！砸地牙真的是 low 不，Overwatch 毒瘤哎。好用啊！那个要变大了，那个要变大了。
哎，为什么我的钱扣了41什么？哎，不会我偷你钱吧？不可能吧？不是，刚刚有一个什么状态？是敌人的效果吗？他会偷钱吗？不要，走开走开，打妹打妹打妹哟！喝水水，喝水水，我喝。满了满了满了！要去哪个赚钱吗？可以啊，都可以啊。好痛！来了来了来了！哎、欸、哎、欸，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活着？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什么意思？你现在是在咒我死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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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血的补血的。怎么会呢？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哎呀！你是不是在咒我死？没有没有，好好活着啊！我们要一起活到2025年。真的很痛。玩魔物猎人哎、欸。啊，好久没玩魔物猎人。啊！地雷啊！啊！哎哎，帮你帮你补回来！哎呀！嘿！可以！凤姐的音多呀！浪漫，嘟嘟嘟，开始绚烂。好了，那藤蔓小心哎、欸！有有有有。啊，洋葱啊！洋葱很爱你呢，撞烂了，撞烂，被撞成白痴了，哎呦！开炮！嘣嘣嘣嘣嘣！他们过来用地雷炸他们。啊啊！呜呜！有奈这个地雷很痛呢。对，就那个清怪很快。什么人传送交友邀请给我？商店走起！拜托拜托，让我买枪！那你给我买枪啊？是炮还是枪？炮啊，有衣服，大炮。哇，没有炮。哎、欸，已经连续三个都没有炮了哎、欸！哎、欸，这个阿汪是不是该买这个啊？装备买什么？这个啊，中间这件衣服啊，我要补血，要补血、啊，那个我买，那个我买，要不要补血？来来来，哦，有多有多呢？买错了，靠腰，算了。哎、欸，我的回避变超慢的。你有回避吗？太重了，看不出来。有啊，这是回，这是我回避，我回避下面的。可怜啊！啊，这球是……我试试看。啊，它也是就补血的、啊。共享治疗哎、欸。对啊，衣服的效果啊，可是它真的很重哎、欸。可是中风被打了才不会痛。虽然移动速度比较慢，就是。哎、欸！伤害输出，嘣嘣嘣嘣！嘿！
OK。为什么你是用跳的走？因为我太重了。我的回避变成这样啊！我就问要多浮夸。我等一下就是连这个都闪不过了。胖才好啊，想什么？确实。阿汪确实。哦，补两滴耶！我好卡哦，突然卡了一下呢。把他刚刚这样坐在屁股坐在我身上，我现在没损血，我闪避也很漂亮。是完美闪避吗？喂喂喂！为什么？哎！我走路相反，我走路相反。你走路相反，为什么？刚刚中的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啊！那个天上飞那个，好大只哦！这也太大只了吧！他一旦打中敌人，他就会去变大只，然后被打中的那个人会上下左右颠倒。好，这么麻烦。4000。来来来来，补一下。我要炸弹的。水树水。哦，好危险呢。我要拿这个吧，治疗。哎，石头，石头，石头！你好可怜哦。他现在跳很可爱，高追呢。还是引过来这边，这边有个地雷。啊！我剩十体了，真假的？来来来来，你过来啊！这边地雷。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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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啊，闪不掉！好可怜，闪错边了。哟，好。嗯，走耶！冷空，好奶哦！冷当当，冷当当。哦。开炸！哦，这好大只哦！你们输出，你们输出，我继续补，我继续补。有一颗高速洋葱撞到我了，真小，你小心！你过来吧，你过来吧，我这边安全的、啊。我在被。我在鞭尸当中，这个白痴白色的洋葱一直在撞我啊！我被推进去了，好晕好晕，哎呀了，谢谢。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ang。可以喝水水吗？剩300滴血。我可以喝，我可以喝。喝水水。我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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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效果。好多。哦，哪一样技能那个技能会升级？知道了。嗯。会。
还是卖水？刚刚水好像百喝了，靠腰好像百喝粉分耶，有一点。哎、啊，没下来那个猪跟繁星，你们可以补满啊。哎呀，去把那锅喝满啊！对啊，你们把那锅喝完。我肯定是不客气的、啊。嘿，好打！好、哦，三颗，三颗，切切，三颗，噔噔噔，三颗。美女安安，哎，看什么就烂烂死了，烂死的要死。看你长得丑要死，还敢？以后再也不走问号了。刷废哎。我这瓶水从头到尾都没喝过。要我们多喝水哦。多喝水。我在看我这两个召唤物在打、啊，骨头啊，可以再去商店了，应该差不多打完了吧？好喂，有没有卖装备？干，怎么还是锤子跟什么？操，为什么都不是大炮啊？还是来拿长枪，我不会用。这个锤。Say you remember me。十五。要买吗？啊！阿旺，你不要喝掉那瓶水，然后再买这个水啊。哦，可以啊。喂。谁要大王嘞？这谁要？谁要？这个这个，拿这个攻击负生命值的敌人。这么安？又，为什么都没有卖重炮啊？奇怪、欸，这关没有什么重炮吗？有吧，应该都有。有啊，我怎么记得前天来的时候有看过、啊？有啊，但今天都没看到啊。有、嗯，今天都没遇到。在大你衰，我还在拿原始的炮。大炮。啊、完了，忘记换那个麻醉关药。没关系，我们阿旺。我可以干嘛？躺在地上。你不是很重，不太会被吹吗？没有啊，没这回事是不是？我闪特别慢的。哦，有了有啦，重甲还是有。跟你贴一起好了。哎、欸，白痴，我打不掉那个陷阱，为什么？
为什么他都要打我？你输出高啊！嘿嘿，先喝一口。大家都在打的时候可以喝一口。哦不！啊、哦、不要不要不要！我还年轻呢，不要。啊！救我！妈的，是我这个啦。他要开吹了。哦，重甲是这个比较好走而已。会。好痛哎、欸！好痛啊！啊，那个风向吹也是有伤害的哦，干！感觉大家可以往后，我们可以喝个水了。来，小空快！我在后面。小空来。小空过来。我在前面好好的。啊？叫你过来喝水啊！你穿在哪里？好看的，一下就没血了。那个他上下躲，不能左右躲。我没有看到他在哪里。在跳那个，哎、欸，他突然想到他跳这个很像那个豆豆龙的那个，这个长大之的。好像就是在自制。来了来了来了。这个球一直来回。啊！现在八千血。好，谢谢，我不要碰到惊奇了。来了，来了，来了。哦不，不想工作室。啊！风好痛哦。哎！操！喝水。是你的。你有水，你有水。喝水，喝水，喝水。我哪有时间喝啊？你们在这里一堆看我。可以啦，先喝再复活啦。丢弃了，没事没事哦。不是，不要讲的好，我们这是自愿去死一样。怎么可以抛弃本宫在这深宫之中？我们刚验毒，这超有毒啊！这超有毒。行嘞、欸，哎、欸，我觉得长枪少了那个推人的。差很多耶、欸，然后换成补血，他、啊、这个回避如果换成高追，如果换成这个，哦，这样比较快、欸。牛肉棒，弄，这东西有卖肉棒。怎么会只有这个可以换？我不知道哎、欸，没有买过牛肉棒啊，会射牛肉出去吗？可能射一头牛吧。什么东西啊？大炮有一个武器叫牛肉棒啊，超白痴的。啊，真的假的？真的啊。你们要再去挑战一次刚刚那关吗？
我想说头盔是还没买到啦，只是看你们有没有要刷什么别关，还是要刷新的关卡的。都行儿，我只要有他有出那个大炮给我就好。哎，香安安，阿凡星呢？我都买到了，我心满意足了。那我要去看有没有那个头盔哦。哦，我记得他的头盔也是共享治疗的效果。有两个，十连击必定暴行。有这个，啊、這個、哦，哇，好。哦，拜托出个重炮啊！哎呦！哦，我相反了，我相反了，不要让他去吃东西，他会变大。他打到人不是就会变大了？没有，他打到人之后，他会跑去某个草丛这边，说要吃什么东西，然后就变大哦。他跑去草丛变大吗？哎呦，真的是很 dirty， 这是什么默契？这些人真的很糟糕啊！要吧，要补，这个就是要补的讯号了，不是吗？我讲话都很得体，我讲话都很得体，是你才没有得体，至少不会众目睽睽之下讲出这种话。乱讲，你只能在开台的时候讲，就一样啊。都一样啦。会，好的。哎呦！喂，我刚刚看到竹子从那个草踩过去，触发陷阱，然后繁星刚好踩过去被打到，是我吗？你很敢呢、欸，在后面。我想说结束了应该不会有花的吧。好，复活同伴有钱。好诶、欸。赚钱来救你们了是不是。原石原石吗？原石啊也行啊。很小。要是真可以的话我就拿了。要拿原石。把我们说卡那个地方怎样？贱人！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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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举行什么奇怪的仪式？那边好危险，难怪你会哎呦！天哪！对啊，没有，因为刚刚我是看到那个他在那边种了一个种子，我过去然后就被打成这样了。我刚刚补血补血，我刚刚一直过去看一下，想说哎，回来没血了。我说两只，两只以上的敌人，这种攻击会大范围附加一定。哦，长，拿点钱吧。嗯，唉。
哈哈。哦哦哦哦！哎呀！哎呀！哎，他吃东西，操！他在吃东西，东西，我还吃那个花扁呢。God！ 也是啊。你没有看到了哈？有有，他那个咀嚼完，他就变大了。那很可怕、啊。他那个哇这样的声音有点像那个哎、欸，那个东西大里面某个怪物的那个火鸡，火鸡是这样吧？有花有花，小心花。这样好不好？火鸡，你是火鸡是不是？啊！洋葱啊，操！这边，好挤，好挤！哎呦！啊！我是相反了，我相反了，我相反了。竟然一直在聊血，复活造成伤害。相依为命的两个近战，真的。我六十二点几，我操！哎呀！哇！回来点！感谢感谢。花正比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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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盔，我要头盔啊！没有，有没有撞炮？有没有头盔？没有，哭了。哦哟，我的撞炮什么时候才会来？来来，补个血，补个血，各位。心碎了，心碎的感觉。嗯，什么都是啊，有一个是那个、啊嗯、那个攻击满血的会有彗星一击，啊，稻草人都是满血，啊、稻草人都是满血，对。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是那个颜色啊？嗯，谁？怎么？你说蓝色吗？蓝色是护盾啊。对啊，啊啊，你有护盾。对，有护盾身体会变蓝色。有没有买？有买超绝啊、oh. ？OK。哎呦！今天有点卡住了，真的假的？真的。诶、欸，哦哦，爆掉一只。下雨吗？跟下雨有关吗？有啊，下午会拖欠那个网路费有关。我也这么觉得呢。已经缴了，惩罚降速了。那我没差、啊，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我是顺的。好，
我是顺的，我哪有差？哎，电，这个电不错啊。你升级就变成两伏特而已。对，好烂。对啊。哥儿的标题都没变啊，不用变啦、啊、何必变来变去呢？对不、啊、对？我们又不是标题党。哇，很时事哎、欸！哇，真的，我这边走的是一个真心诚、啊、真心诚意呢。对，实话实说。我今日都关在正殿里面，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你等下，你看 DC 的往上滑一下就看得到。哎呦！Position， 不要去问号，不不不不不不，再也不去问号。上来上来上来，布哥。脑补满了。有瓜？瓜哪是不瓜了？最爱吃瓜了。哇！我们这边专业瓜农呢。我是在念佛。哎，我觉得他那个碎那个货币跟那个紫色的草要分开哎、欸。对啊。靠兵，看我没看到紫色草。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堆了一堆钱，我没看到他，操！哎，不割不割。什么瓜？冬瓜。冬瓜。呱呱，钱还是哎、欸，可以升级能力吧？钱，这不是升级，这是拿新能力。各位，你们可以去死了！哦、你们可以去死了！为什么？可以造血伤害？刚补血，换我变成那个了。你才多少？你250而已吧？300。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死好了，他一个人打全部。好诶、欸，好啊！我相反了，那、啊、他现在很强诶、欸。哎呦！靠腰，他陷阱在草丛里，贱人！贱！我刚刚就想说，你快过来，你快过来呀！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那个绿色的圈圈了。Do you want me to? 攻略玩家。Petition。啊，我真的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这人不换枪，我这人伤害真的打不出来。我拿这个帽子做的钱，这8000是你打的、啊，9300是你打的、啊，这已经是我的伤害比我高很多哎、欸。哎呦，哎呦，那个藤蔓啊，是什么东西啊？哎，哎。不要理他们两个了，他们两个不需要。没错，他们两个不需要。哎、欸，可是这个补血是有伤害的、啊，对敌人。哦。狂补，
我有连击时会有一个炸弹，跟闪躲会有一个炸弹。我闪躲还有电球。一翻滚就喷一堆装。我在宫中太久是长死的。这边冷宫，这边冷宫，这边冷宫一堆怪东西。哎呦！啊，复活拿钱了。有，拜托出个重炮给我呀！炸！汪烈主烈中保佑我。你说汪烈主吗？汪，希望的汪，汪烈主烈中保佑我。好啦，我会保佑你的。汪烈主烈中三郎是你的烈主烈中。我会保佑你的。保佑我，保佑我。哇哇哇！是你运气不好哎、欸。对啊。都拿来保佑你，爱敬贱人。哎，靠你们那个补血就好了。梦。对。希望你们打完不要死，一直帮我补血就好。积少成多。你是那个出工啊？哎呦！哈哈哈！送门谁拿我跟谁绝交？不要拿那个东西去了。另外两个给你们，反正我一直在残血。他不能拆，好烂呢、欸！看，怎么都是这个头盔？哎、欸，真的没有哎、欸，真的没有中。我觉得可以换一关，我觉得可以换一关玩、欸。等下换关啦，对啊，等下换关了。这关的，这关好烂哦、喔！哇，这个，欸、头盔三块、啊，我们行不行？可以吧，刚刚都过了。问题是什么？是吗？干嘛呢？干嘛呢？可以吧？两个不是哎、欸。战斗类 ，Save Away。屁啦！你俩鸡掰！太气了吧！我都走位了，聊啥、啊？哎、欸，要打那个。
哦，这个也有连击伤害哦。那个球，这样不错呢。哎，我补血了，鸡掰！这么气啊？嗯。你刚刚也是啊？干，鸡掰是这么气啊？操！这么气啊？是。等一下，这么气啊！有气死了，气到我都躺在地上了。不是，我不要跪安，看啊，靠腰按错。臣妾给皇上请安。哎，快补血，快补血！来。那个谁不补哈？那我补了。那个谁啊？那算了。我九百，我血是满的。你们补、哦？那等一下我们死了，不要再骂我们了、哦。对啊，我们有在补了，我们在努力活着了。臣妾给皇上请安。干！好痛！救我！啊！这场表现良好，我就敬你们飞位。啊靠腰！我又在跪安的鸡掰，他这个按键有问题啦，谁要跪安的？这么会跪啊！我刚刚真的是一路跪去撞那个花呢。喝水。我没有打到伤害，喝不了。哎呦靠背。啊！哎呦！啊！难就鲤鱼王，鲤鱼王会变死。啊！哎，就这啊，就这啊，表现良好，赐你们毒酒。为什么？什么意思？皇上傻了是不是？昏君，昏君，昏了吧？制毒酒，我说他昏了，想养这酒有毒。275653，27万，他是昏君。克洛伊安，如果打13万、欸，他很凶哎、欸，昏君很凶哎、欸，打个字而已你就觉得凶，你是不是误会他什么了？他对我好凶哦。就没有他跟我说，还跟我说干嘛？不是平、啊、是你他们本来是平安、啊。好了，他们现在全部都晋升肥位，但是我还是没有打到重炮、哦。我已经玩，我开了几个小时，现在他妈我不是皇贵妃了吗？没有买到一个重炮，贵妃了吗？你说我还是我还不是皇贵妃，还是你要灰灰？你要稳，臣妾你要会飞。我会灰，你会灰，老会灰，老会灰灰了。倒灰灰，倒灰，倒灰，倒灰。这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超丑的狗东西啊？那个很可爱，哪里丑？不可爱，乱讲，你才丑。你乱说。这苹果呢？道歉哦。为什么你们可以放？它超可爱的。这是阿汪的那个、啊。因为这是我家。你尊重我。我才能放。你才丑。尊重。放可以同意我放吗？他不能。不行啊。盖个灯。取得同意，为什么？我怎么给同意？我可以给同意吗？你要給我不知道，他说他先征求同意，我们才可以摆。对啊，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开啊？你按 ESC 看看，查看玩家，然后嘞，我卡、啊、有这个允许编辑成见。编辑，好，我卡住了。好啊，啊，我按一下那个，我卡住了。我干嘛、啊？重新载入是不是？我卡住了。当前枪，
会怎样？等候其他玩家这个东西吗？哦，哎，又赢一次啦！哦耶！有啊，你们应该可以放了吧？哦，我刚刚不开了，还是不行啊，还是会、哦、不是啊，因为刚刚用他用卡住了，他那个设定全部要再点一次啊，靠腰，好、哦，这珠子在搞啊，怎么啊，我就想试看看啊，好了，这样应该可以了吧，有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要放这个，不，你把它放在一起啊，放在跟这个放一起啊，跟这个苹果放一起、啊，可以拿吗？怎么办？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在拾取物品，无法收回，无法收回。有一个拾取物品啊，你按 B 有个拾取物品。好，把它放在这里啊。我要美化绿化你的家园。我按 B 了，但是拾取不起来啊。为什么无法？没有，你要按那个拾取，然后你要那个叉叉要对准它。有啊。我要哦，有了，光遇啊，他不能放哎、欸，我可以放在这里摆放。现在多几个座位，反正娃娃卡到我了，操！我很可爱、欸，帮你们插个灯，可以再放一个，气氛美。这边再放一个灯，气氛美。呵呵呵呵，该放一些微博一下。哎呦，我怎么有这个？我在去美化、绿化你这个地方。那谢过皇上了。因为紫罗兰花治疗种。我都没有娃娃哎、欸，没的啊。好了，但这边好卡啊！哎、欸，这是会飞的，左右可以上去，欸、这剩下都上不去。这个花能不能收起来？哎呀，敢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盖墙吗？我们要绕多远啊？这个动线、嗯。有问题、欸、啊！拾起，你可以拾起吗？不是你放，那我只好，盖水井了。嗯，再给他一个木推车。我想吃雪花冰哦。我感觉我们需要加一个两个简易的椅子。好了，这游戏的重点不是盖家吧？我们去新的关卡好了。好啊，等一下，我没盖完。有没有玩光遇啊？现在可以盖家哦。我不要了，不要也好啦，盖不起来，跟玩动森一样。不是标准，等待所有玩家救赎。谁啦？是谁？就阿汪啊！你演的，好下过血的关卡，干嘛这样？小猪，感觉好像眯眯眼就可以被原谅一样呢。假装睡觉，聊什么？我这边好明亮啊！要睡吧？这是什么？啊！我一直被打，那我难。哎、欸，有晕眩呢，好哎、欸。啊，晕你啊！但这个对我来说根本没什么用啊！我血几乎永远是满的。我们会想办法让你过半。意思要十几个星哎、欸！夏大人，夏大有没有开任先兆？要500多颗星哦！小瓜哎、欸！哎、欸，水有毒，水有毒，好的。皇上，水有毒，皇上说有人踩在水上面，我在观察他血30/30的掉。怎么会这样？怎么这样？怎么没有人帮我们测验？这我们是太多口饭了。中毒！哇，好痛！救我！被扣，小快你被扣血了！啊，我被扣了！我死掉了！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下一关了，受不了。这游戏一秒钟都玩不下去了，玩不了一秒，玩不了一秒，玩不了一秒，还没结束。啊，直接下一关了、哦，没东西拿哦，掉毒。哎、欸，对他没东西拿、欸，好抠啊！天哪，跟老板一样、好恐怖啊！所以有的怪会中毒，有的怪不会、欸。是的。阿王保护我，阿王保护我。啊！哎、欸，那个怪会七十怪中毒七，哎、欸，好缓哦，那个他在七十七十靠超白痴啊！我好缓啊！电流什么叫我？什么叫我很抠？我哪是抠你们的？抠哪抠哪抠哪？吃烤肉了，我还好，我还很抠。抠什么？抠什么 ？Call me maybe。Call me maybe. Call me maybe. 听起来蛮色的、啊。嘿、hey, ，我才刚认识你。对，真是太疯狂。好糟啊！好糟糕。哎，好了啦。哎呦，好烫，好烫。拿人手短，吃人嘴。不干蝌蚪啊！你，Oh my god！ 太痛了吧！哎、好恶哦、喔。我哪有压榨你们啊，讲的我好像是那个哎、欸，冠老板一样哎、欸，没给过钱，我就不是老板了，好吗？对啊，我没给过你们钱。现在怎样？现在怎样？哇，好多怪！现在胆子都大了是不是？啊、想要单飞了是不是？哎、欸，那个究极进那个毒池也不会中毒哎、欸。说不定那个毒就是九级。完了，这关是不是有免疫毒的装备了？又要买了，好烂哦、喔！啊，只有北极熊受伤的世界，好了啦，好了啦，可惜啊，可惜啊，过来，快快快，好了啦，快一点。我没有。鬼安，好了，不要再鬼安了，请起，快快请起。给黄请安。哎、欸，你怎么用的？请起，没有啊，你就按一下补血就好了。平身，平身，平身，给黄请安。平身，平身。但是看来我位分比较高了，我蹲比较低一点。乙江都没受伤，乙江也差不多快受伤了啦。哎、欸，这什么东西啊？会跳舞哎、欸，蚱蜢。哎、欸，他的帽子会丢出来，可以打回去。哦。他是闪兵啊！啊，七十七十，好痛！啊，有人跳出去了，那我也没办法了。不然按错了啦！哦，四块钱哦哦，血赚一波！我现在有七十二块，我等下可以直接买一套。你也太……让我看一下。为什么你看你开修改，你怎么七十二？他刚做，你说我去听 engine 了哈？怎么做的？怎么做的？哎，你怎么七十二？去听 engine 啊！作弊！我不知道，我就一直没花、啊，我就越来越多了。七十二也太多了。哦、我刚买的，现在都没花三个武器。不是我买防霜的。跟你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喔、没有，你怎么都没花？不然你帽子哪来的？啊，只是帽子也才三块钱而已啊，帽子三块而已。对啊，武器四啊，武器最贵。我还没买武器耶，我怎么那么傻？你有买装备？你不是换了一套跟一套吗、啊？这不是你的第二套吗？我才买三件装而已啊，那也不至于少你这么多吧？你是不是三件都买？三件都买衣服就国库要对账了。我没有买过衣服啊。我是卖裤裤啊，裤子也要四块钱呢、啊。这个近视房要查一下了吧？完了，来人啊，拖去审刑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花我自己赚的钱，还要被拖进审刑师？我每天加班，我还不能花钱，还要存钱，还要被借钱走，什么意思？那这个圣旨要看皇上采不采纳了。皇上。那肯定是采纳的啊，皇上都是我的人，还真的、欸，那、啊、整个后宫都是我的、欸，那你就是个昏君啊，
没错。啊，我的黄鳝不是你吗？没有标签。哎、欸，这边这边，我没打到、啊。这边有炮，闻到炮的味道了。哎、欸，等我、okay. 等我，再希望如此、啊。五秒钟。没有，我们就要把阿旺拖进圣心石的是他的房间。为什么是拖我？我又没钱，我只有八块。这是你的房间。来了来了来了。哦，新衣服哦，有炮有炮，21块，呼呼呼呼！击杀制造毒石，中毒时减少，受到伤害减少。有一个免疫伤害，免疫中毒的头盔。可是有炮哎，这炮是中毒炮吧？哎，使用加油炮哦，炮尾攻击，这是怎样近战？跑速增加什么意思？哦，哎、欸，这个锤不错哎、欸。你按下你的空白键加右键会变成什么？哦，你变成榴弹哎、欸。就是一块石头。哦，这个吗？哦、不，反正我不能买这个，我买这个就出事的、欸。干嘛？我买这我们就不能补血。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补血技能变成丢石头。他补血不会变成石头。告发竹贵妃私通吻乱后宫，罪不如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私闯是我吗？是我吗？竹贵妃？什么？我是贵妃，我是皇后，好不好？乱讲话！竹太后脱下去斩了。你看我新衣服。哦，我们大露特露哎、欸，我感觉很棒、欸。Oh、my God, 你的衣服，哇塞，我们是骚包衣服，穿吊，你穿吊盖、欸。看我，你看我，咕噜炮很好用。哎呦！刺客早安，黑色系列芝麻、啊，嗯，什么东西？说什么下个月全家冰淇淋是黑色系列？黑色除了芝麻还有什么东西是黑色？嗯，海苔、墨鱼、墨汁、墨鱼、墨汁冰淇淋。黑色系列，我做给你吃。他如果是芝麻冰淇淋，我他妈每天都要一只。哎、欸，霍星一级石治疗石哎，哪一个？治疗10%，你造成的伤害失去50%，最大生命每5秒受到50伤害，嗜血不会对你造成致命伤害。哦，拿了，想要拿这个呢，我就缺钱了、欸，缺血。哎、欸，这个是那个、欸、每5秒受到50点伤害，贵星之这增加治疗。哎、欸，那我可以拿这个，你们就可以补血。炭焙乌龙。你们会灰灰潮香草？灰潮是什么 ？Oh my god！ 好吧，你血量剩450，你真的是很敢拿这个东西。我操！我也拿。你看，我都拿塑形碎片拿100个了、啊，这个有什么啊？我帮你们，我吸血也可以帮你们补血啊！想什么？我是为了大局。可是你5秒受到50%伤害，对五十。啊，对啊，我只要打我就可以回了，我还有那个。你们只要9秒钟回血的，就会残血了。他不会。造成致命对不会啊，但是会惨啊，你们会惨啊，我确会惨、啊，我确定会那个啊，我确定是会多惨啊，你防御过高，重伤才可以，45秒啊，45秒就那个，你来看一下他吸血效果到底好不好？哎呦，好丑哦，千纸鹤，哎，毒顶红，哎，超补哎、欸，白痴哦、喔。哦，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补血，还可以帮你们补哎、欸。我血是满的，因为我在帮你们补啊。OK， 我损了一点血，我看一下。来，有1111耶，加一。我帮你打球，等一下，你打球我也会补血，我在努力帮你打球了。
那个毒到底是谁的毒啊？不是我们的。赫赫赫在吸毒，他在从水里面吸毒啊！这个贱人，他吸毒啊！我要毒死我自己了，我要毒死我自己了，白痴啊！皇上在这里有毒，不要在一滩毒上面好不好？不是哦，想打算我们自愿一样。不是我刚不救你的吗？又死了，没有起来、啊。谁？皇上，皇上，救驾临时，皇上好毒啊！空侍卫救驾，先喝哦。皇上吃毒酒啦！皇上吃毒酒啊！吃毒酒，那毒不是我弄的啊！皇上我死了！敢不是能跑的范围真的很少哎、欸。对啊，不是他这一直又一直转，真的很智障啊！哎，等一下，啊，他不是王吗？我被打，我不是他打我。然后我有一个反伤，把他反死了。啊！他鞭你是被鞭死是不是？我受伤会对攻击者产生500点的伤害，然后我还会吸血。那么猛！那等一下，我去前面死看看。我去前面，不血我去前面，你们不要，你们等下不要动手。哎，补先，那我先补一遍。来。力量。那这样我是不是不会死？发现暴君，我刚刚是中毒死的。哎，我可以再生哎、欸！受伤时对攻击者产生750点反伤，超多。发光。巴拉巴巴巴巴。发现我们这场技能好少、哦。来了，你怎么可以吹皇上？我在提点皇上。贱人，请皇上明鉴。贱人，哎、欸，快点打我！我是昏君的啦，我不是昏君呐、啊。哎、欸，他们打我，他们挑拨离间之人，全部此夺风啊！降维答应。哎、欸，你好强哦，你不会死哎、欸。哎、欸，好扯哦！这个人不会死哎、欸，他找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哎、欸，他可以回血、欸。他要不要打我？你用我，你说那很白痴啊、喔！不是啦，不要乱玩游戏好不好啊？好帅！不要乱玩游戏好不好啊？这样哪里有游戏体验哦、喔？什么意思啊？乱拿东西，好爽、欸！来补一下，补一下。这是什么？蓝色的那个再加反弹那个暴富加嗜血吗？对，好，会玩了。还是我们等一下全部暴富加嗜血，然后在那边给别人打？可以，这是导演技能呢。来给我，谢谢。急杀加暴击，不需要这种东西了。忘，哼。哎咻！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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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哦，这个好好吃，好像很好吃呢，香草乌龙呢，好像要呢。很爽哎！看到了，好想吃哦！小空，你家后面那个已经是了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去看。那个，快变化！哎、欸，卡住了！我们卡住一瞬间。
哎、欸，我站在他们的毒上，他们吐的毒，他们会受伤哎、欸。他那个也算哎、欸，那就站在毒上面就好了。对啊。哎呀，烫烫烫烫烫烫烫！哈哈哈哈哈！怎么见呐？哈哈哈哈哈！东西在毒上。我想说，我要你怎么了？哈哈哈哈哈！都北来。游戏突然变简单了，哎，获得100生命值，我想变500了，他只有加50耶，干，哦，他只有加一半，在荧幕前都感受到热度了，你说刚刚那个70吗？哎哎，治疗一定比例的中毒，哎，治疗量加20。哎呦，你是不是可以变了？哎呦，我变好丑，我这头盔。我要拿，我就拿一堆补血算了。他有没有不显示头盔啊？这头盔好丑，我耳朵都不见了。啊。哦，这穷的好可怜哦。那宝会剩2块而已，会剩一块加20，你剩一块为什么？你是我的两倍，国库空了，国库空了，是谁在贪污？买毒水买到没钱了。你的银子都去哪了？是谁在贪污？繁星18颗，假货！恭喜他攻三小，好帅哦！我是电吉他哎、欸，还、欸、是仆人、欸？我仆人，他是仆人哎、欸！我死了！救命！没有吧？感谢感谢。他讲什么？来帮我打那个球啊！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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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我被屠死，扣隔膜，扣隔膜！啊，不行了，撑不住，没有吸回来啊！这个吸不回来。哎，仆人呢？我很想电击他。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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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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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痛欸靠腰欸、啊欸、他是超过我血量啊那个承受不住啊就说你要防御要够高才可以这样玩不然你被打会很痛他砍一下两个 Oh my god 这个好痛他直接把我甩出去哎呦吸不回来不是我的，我装备太重了。Thank you, Colin。我装备太重，我翻滚不了。哎，滚！完了，我死了。完了，仆人的一个大血砍把我砍死了。吸啊，来！对对对，我他下不去，我下不去。哎！不是那个毒水，太鸡掰了吧！来来来，补个补个补个！你身上的太大了，真的。
啊啊啊啊啊啊哦、我可以踩毒血水补血吗？不行，完了，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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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扯一下，拉扯一下，还在输出，我来，我来，好，他在看我，你付我，你付我，他在看我，皇上加油，快赢了，皇上。哦、oh, ，皇上，哎，我死了！哦，还好我有射到那几下。来来，皇上你好棒！哎，皇上，皇上好强哦，皇上。不愧是皇上啊！不愧是皇上，我血是满的。没你怎么赢？皇上还在输出。哦、天哪！他们是不是三个人给我一起躺？这不知道在搞什么。怎么赢？是因为我要救人吗？因为拼命输出都不闪人，我以为不用闪嘛，他现在没有，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他没有拯救队友次数啊，啊好，好笑，不行耶，不能戴这个头耶，你看我跟白痴一样。虽然他有这个，但没办法。差一点，看一下我攻击，就可以拿钻石了。怎么没感觉、啊？绿色，看这些东西，白那边真的是很硬的。嗯，他有话要说哎。啊，小狐狸要有话要说，快讲！他是不是要坑我？他在搓手手哎、欸，搓手手。哎、欸，你搓手手很可怜，我就会同情你。那我们要打哪一关？一样打毒的吗？看有没有，看有没有新的啊？对。哎、欸，没有哎，他没有新的关，三关而已吧。嗯、OK 啊，四关目前是四关。好，对，剩下就是看你们要弄什么料。猫头鹰，就它翅膀。猫头鹰，猫头鹰，猫头鹰。他普普恩的镰刀可以当电影他弹的，哈哈，有料，超出戏的，笨笨笨笨笨笨笨，我准备好打猫头鹰了。等一下，为什么我外甥跑到楼上来？等一下，我去抓他，抓。OK， 哎，你躲在楼上。哦，哎、欸，哦，这是假摔。谁？我觉得你们很需要这个二度危机。可是他就一次而已啊！我要拿假摔，我再摔倒。那我拿二度危机啊！我是你们最后的希望，我必须活着。确实，那你们一直倒下去。哦天哪，我这个。转，我先撤水一下。像有没有像 Apex 在甩枪一样？好想玩 Apex 哦！不是，怎么回事？好想玩那个三倍的那个。我九九腿上，等一下。哎呀，等一下啊、哦！
然后伙伴加一，完了，1.5的战力。哎，等一下哦。哎呀，没球，不用回转，没球也可以转的。哎，就四个吗？对啊，一个。好，出发。来说话。一，说话。二，三，四嘞，一二三啊，一二四，四。来，一，大声一点。找一个。二，三。你看。怎么少了一个？中间去哪了？五、六、七、八、八、十、三、五、三。你看，二三就会。啊，四、一、二、三、四。都是这样。三嘞？啊，三呢？三嘞？啊，三嘞？三在哪里？三去哪里了？三不见了。啊，小空呢？厕所吧。你看这是谁？打球。你看这是谁？球。这是谁？这个是谁？花渣娃。我妈把爆米花拿去藏起来了啦。为什么？什么意思？那不是我给的吗？私藏，很好吃是不是？很好吃是不是？好啦好啦，我问一下哪里买的吗？那到处都有啊。这个数真的比较大颗耶，他就只爱吃而已，什么爆米花什么的，想吃嘛？爆米花守护者，其实我一口都没吃那个爆米花。牛尾照，要帮你脱安全帽。是很普通的爆米花，安全帽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有安全帽？欸，他很危险的，他独自走到楼上来，吓死我 ！Oh my god！ 来，欸，他拿那个，哇，啊，你头好大！他不知道能不能搭耶，就是他有一个装备是对满血人有100%爆，救命！然后有一个是，啊靠腰。有一个装备是进场第一次中只会对所有人造成伤害，他不知道能不能搭一起，对吧？没有说搭那个，啊，对满血的人爆几百的效果。那要看有没有办法拿到了。我就在工作。好痛，好痛啊！应该可以拿队友的东西啊，对，拿队友的蝙蝠。如果养成计划的，对啊，应该可以的，啊。来来来，补血补血吗？要看正太的快哦，爱视讯给你们看。你们不喝水吗？你们的三个人生命产能在游戏有两个人才100。怕水有毒。你们要么就是，那不喝药全都喝。哎、欸，你都讲了什麼不喝了，你还要写？可以。奇怪，阿旺又没抠，阿旺总不抠一下。阿旺抠一下。为什么叫我抠？奇怪、欸，你们那丢球好像很轻松，球丢出去之后，我们枪就打那个球，然后那个球就一直飞出去。我就帮你们补啊。没有什么说啥呢？对啊，就帮 你打球，我有伤害就可以帮你补了、欸。对。用心良苦哎、欸，对，哎、啊，我们就是工具人啊，对啊，用心补每个队友，什么叫打配合？对呀、啊，讲的好像利用一样，可以这样。我以为利用了吗？看排球少年学到一句，不许你胡说。对啊，网子这边的都是队友，看来不是的。我是没有看，我只有看如意传。哎、欸，我跟你说。干，怎么可能？网子这边都是队友，妈的！我两次比赛没办法上头，都被搞到了，都被队友搞哎、欸，超可悲。
好了，韧带直接断光光哎、欸！你还是我队友吗？就有人把脚放在我落地的地方啊，跳下去直接翻船啊，韧带直接断掉啊 ！Oh my god！ 他是自由员、喔，他是我队友吗？没有，他是不会有一个死人呐、啊！怎么有人死了？咦、欸，我韧带断掉了！哎、欸，有人要玩这个反伤吗？我不要、啊，看来就是我了，还是你了。好，拿太快，是我拿了哎、欸，你拿，我拿了。我现在是玩轻攻击的人哦、喔。如果等一下有的话，哎、欸，那就继续拿能力啊，我们就看能拿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你会怕、啊？会怕你吗？会怕你？我看起来像是会怕吗？好不好？两个都先放这边，等阿妈回来。嗯扁啊！哎，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同步啊？就差不多了嘛。嗯欸、你要尿尿要讲哦、喔，重攻击，好吧？你要尿尿要说、喔，你尿在楼上，我没办法哦、喔。嘿 ，Go！ 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好听的音乐？我在法国赶海。哎、欸，我的球。刚刚的地图是虚拟吗？是啊。感谢西西。现在是盲走。来来来。来讲话。会。我他妈好电啊！好棒！我现在真的好想吃海鲜哦！我天哪！哇，我是不是丢歪了？哦，我没有，没有打出伤害，是不是？哎、欸，毒，皇上有毒！欸、皇上有毒！哦，你在污蔑皇上！皇上脚有毒！啊！我死了！说有毒的不是我啊！你是我说的，皇上。天皇上明鉴，皇上明鉴，要不要过来？你们俩不出来，就我们自己补了。你哪去让皇上移动自己的宝位？没办法，过去就换图了，皇上。进去就下一个江山了啊！进入下一个江山了，看一下皇上。皇上不想理你们了。欸、你的反伤不是更痛了吗？可以吗？可以啊，那我就省一个。好，他开。我了，要睡觉了。嗯。MSI 名场面。小吕布激情刺杀。Sorry， 我在找好听的歌厅。那个歌厅，诸葛会社。哦、哇天、啊！哎、欸，泡牛肉棒，牛肉棒，我只有八块、欸，这也是可以治疗的哦。哇，对啊，还是治疗，豆瓜都是啊。要吗？要吗？要治疗吗？要一起治疗吗？看你们、啊。用习惯的就好了。对啊。只是死掉会有压力而已。斩躲具，那是传什么？我
看一下卖什么装，这是补血装吗？对，中间是补血的。轻三十，防御三，我就不买了啦。啊，这不这样差不多吗？色牛肉，你又不买这个啊？不想买牛肉枪啊，先买起来。我也想啊，但是钱不够。你可以买啊。怎样？你要这个吗？小宽要买这个。嗯、不用，那就买骂买这个。买啊！给阿妈回来骂他。你为什么不要我？你去哪里了？干嘛让我那么担心？你不买牛肉棒吗？我不想要、欸。钱够吗？我钱够，但我不想买。我想要其他的。他只想要牛，他不想要牛。他们不买这个啊？这个啊？那个？你们没有要的？我没有钱啦、啊。你去乞讨啊？对啊。那你给我，快给我。给我，已經給了啊、我乞讨你，给我，已经没了。我刚卖集资还在那边，他是皇上哎、欸，真敢集。我也捡啦、啊，我也捡啦、啊，我也丢那个钱啦、啊，只是捡的人不是你而已。是我捡的，那是谁捡？嗯，我没拿。嗯，我捡掉药啦，你们要喝药吗？我现在可以喝啊。这也不用，要喝吗？不用，不用吧，不用吧。还有关卡、啊，爽！啊！哦呦！不屑的，不屑的，不屑，不屑装置。哎呦！很危险！哎呦！好好，谢谢，感恩。嘿！哎呦，小心小心，掉在地上！有，我有发现。欸、我刚好可以拿这个。嗯，打不着。是升级能力吧？好，还没有看到那个刚刚那个。还想逼一下，必定暴击。哎呦！嗯，升级。嗯，对对，他能力好像没有可以拿上限，然后就是有关卡有，你就可以一直拿，有就可以拿。抱歉，来了，没事。对对。没有吗？有吧？有些下面不是有个很像一个 V 的？哦，是有啊。对啊，逼一下。哦，我的伤害2万6是怎样？他还一直补哎、欸，你不知道？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这个伤害，49000。求我回来啊！哎 ，Oh my god， 我可以吸血了！你又吸血了？你没有？我没有，结果我没有。哎、欸、嘿，对满命生命值造成25%的攻击伤害，暴击，然后再加上重击，开场重击对全地图敌人造成伤害。有了，条件满足了。
噔噔噔噔，对，开场第一下，啾啾，你大家不要打，我先开场第一下，是不是还是给你玩，有没有无聊？给你玩，我就开场第一下而已啦，是啦，我跟我侄子说话啦，他跟他侄子说话了，我外甥啊，有没有可能我也是你侄子？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那你是海蓝吗？怎么跟什么？海蓝不是有一个侄子，叫什么？那你要跟他借钱？扎奇啊，跟他借钱，然后哪个？怎么变那么多那个？他怎么那么烦？哇，怎么那么多难？跳爽没白烂仔，要被怎样？就凭你也敢直视我？死吧，臭洋葱！怎么了？很无聊，对不对？对不对？开直播很无聊，对不对？还是关了，关台了。欸、新一集你要不要啊？哦，哦，我可以拿，就帮你们治疗一滴一滴一滴这样。哎、欸欸，怎么有拿这个了？看到了，完了，有内鬼，拖去拖去圣刑师。欸、如果我死掉的话，啊、要帮我关台哦，记得帮我删掉浏览记录哦，好不好？我会直接把我电脑砸了。等等，我电脑、哦。刚刚是翻新剪的还是你侄子剪？我在低头看他的时候剪到的。那没事。哎、欸，好大，无心之过。哎、欸，传送门过终究是过错。传送门怎么用啊？你空白，哎、欸，就是滚两下，滚两下。哦。你要快速滚两下。哦，好好好好好。皇上，皇上，注意注意，皇上，哇！哎呦！来救驾啦！这是什么？跑速。哎、欸，小匡拿这个吧。不是啊，这是我的啦。哦，不对，啊，我你来看我的東西。我以为是那个嘛，我以为是只有四个血妹。误会啦。什么？你原本要我拿什么东西？增加过、那個、过地图增加彗星30秒，还10秒的？过地图增加25%伤害30秒。完蛋，对我没经过他同意就让他露脸呢，完蛋了，真的哎，完了好像被告呢，完蛋了，你不要告我好不好？你要问他爸妈吗？我姐哦，嗯，应该可以吧？告的部分啊，应该可以告，应该可以告我吧？告起来，告起来，是很无聊，等一下带你去楼下看电视，好吧？我觉得电视超无聊的，受不了。嗯，还好吧，打发时间。我觉得电影比较好看。哎呦哎呦哎呦！可是以前我是连电影院都不想走进去的。哇，这好卡啊！你的球到底去哪了？我的球还在输出，还在输出，还在输出，输出。平杰安安，平杰安安。不对，给他们输出，我们到那边补就好了。对。哎、欸，回来！哎、欸，胶棒，胶棒！回来，回来，回来！
我腿麻了。劝劝劝劝劝劝劝等下等下走不爸爸啦北西。等下等下刚刚教你的要讲哦，你去哪里了死鬼。我的天哪、啊。去哪里了怎么让我担心。欸卡 bug 了你们看这个。欸真的有一个球开呢。有个子弹。等一下。啊啊啊啊阿嬷回来了快骂他。快骂阿嬷。不孝子。以后不养你了。有没有欸他刚刚一个人走到楼上来吓死我了。你上来。对啊，因为爸爸说钥匙弄不见了，他找不到你。他说：“阿嬷咧，阿嬷咧。”Hello， 回来了。因为我家是那个铁皮屋嘛，那个是那个空铝空镂空的那种阶梯，就啊，他就爬上了，我整个吓到，冲过去抓他。是啊，啊，又是牛肉棒。非常哎呦呦呦，嗜血了，嗜血了。哎呀，来了来了，完全撞人了。他帮你要补血，肉身体结束了，想干什么？小绿安安，好哎，他帮水，有了有了有了，好帮皇上侍女毒水，好了，我等下就喝。我等下就穿上叫你喝水，你还敢不喝？应该喝不到吧？老实讲。哈，我整只不是吧？哇，他刚坐。皇上是你新鲜的鹅啊汁喝，坐在我腿上一整场了，知道吗？怎么可能是？结吗？我结婚了吗？啊，怎么可能？哎、欸，对不起，怎么在这？啊、有东西卡着我，皇上。眼卡住。眼前你卡到你啊。卡到音，你怎么卡到音啦？处理一下好不好啊？赶快请法师进来。那这样子皇后会惨呢、欸。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好，吹了，吹啊！来，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来来来来来，你看我在那边都没事，打他打他打那个人，打他打那个人，打皇上，哈哈，在乱说话，过去扁你们了，没有我没有中啊，会抗风性是100，我只要站着不动，抗风性是180。哦哎呦！哎呦！哎，是我啊！我的传送门好棒。那我要这样，我这样。我看，我看传送门来回吗？可以。抗风性100%。哎、欸，他走传送门，哎、欸，他传送，他会走传送门走、欸，哎，哎，所以传，我们应该是要待在传送门旁边，这样子怪才不会打到我，他会被传走、欸，哎，找到传送门真正的用处了。完蛋了，我们有从传送门过来，掉白痴哦、啊！为什么救我呀？来了来了来了！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哎，我要我没了，我无了！他在干嘛？他在干嘛啦？我滚远一点！等一下，我滚远一点！对呀、啊！你等下，你等下，他冲。他冲刺在底下冲刺，你就在那边一直来回。我
是什么？有东西在底下动哎、欸！哎、欸，我的子弹也会被传走哎、欸！会。Thank you following。要不要补血啊？给传送门个机会嘛。我那个传送门在传送我的东西。看了我打了多少伤害。好白痴。看一下聊天室啊，伤害多少啊？完全没看到你娘的，你按到太多下了，操！啊，好热啊，小，刚腿都麻了，一个几公斤的肉块躺在我的腿上。巴巴巴巴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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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哎，不能再塞嘞，这已经不能丢进去了。可以啊，我的不行。还你要去切换它的特性？我等级已经写它是满的了，它可以切换特性啊。哦，怎么叫切换特性？就是这旁边这个啦。嗯。哦，这个效果它可以切换。还是我才可以切换？吗？确定？哦，治疗一次哦。啊？那、哦、这个我是坏掉了吗？我怎么办？切换？哎、欸，我可以切换、欸。对，你们可以切换吗？可以啊，先再投一次啊，可以啊，你可以投东西进去，你可以投东西进去，小偷。但我键盘卡住了吗？不对啊，键盘不会坏掉，我可以上下左右，但是我空白键为什么不会动？你卡 bug， 坏了，哦，我卡住了 ，I'm stuck， 呀，可以了，可以了，提高最大生命值。哦，是的，躲得更远，躲得更快，放出来是 OK， 放出来是内裤，在短裤。看一下你，这是阿汪吗？没有，我在这里。他去打猫头鹰还是？我猫头鹰打完了，不可以啊！我只要他的治疗量增加而已啦。我生完了，我不想打猫头鹰了，动不掉了。我最近很喜欢拿那个小技能去敲别人头，还是就差不多了，因为他关卡没有了，他再來就是刷那些材料了。好啊，马奇 OK 啊，那我们要鬼转吗？你们要关台了吗？要鬼转什么吗？想要玩，很想玩 Apex。好啊，你们三个打，我去玩其他的。都亏啊！好啊，玩一下。呵，拜拜，鬼转，感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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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各位，待会麻烦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啊，把双手给举高。等一下哦。
我一下。你举了，说什么？我看一下哦。我一下的，一下。属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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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沉。来，这款游戏，你们打惊叹号 ，join。等我一下，他是不是要重绑啊？我看一下哦，服务器，好了，好像可以了，哎、欸，好了，好了，来，这些就是你们，好不好？你们在这边帮我顾田。对，这是一款奇奇妙妙的游戏。哎、欸，游戏安安啊，这款你们看到你们 ID 在上面，然后它有些指令，它我去找哦，我来这边贴一下好了。这个这边有指令的列表。然后它可以改颜色，就是打惊叹号，然后改个指令。你在哪边哦？你有可能是这一只绿绿的，哎，好像就是你本体的颜色，你绿绿的。对，这款可以用 NPC 去做事啊，也可以叫聊天室的做事。哎，它可以改颜色，然后可以决定说你要播种啊啊！你要哎、欸，对，靠，我要先播种。哎、欸，我负责播种啊，不要跟我抢。看一下、喔，负责播种是，其实通常进来就好了啦，进来就可以发呆了，没有事做。不录哦、喔，哎、欸，有了，你看小子，你变蓝色的了，然后你们就可以打一些自己要的颜色，因为它中文一定是很多不支援嘛。我反而是好奇，凡可以，但心不行，对吧？整个就很奇异，很奇异。我们来打个雀魂好了，如何？GREEN， 对啊，这应该是你了呢。游戏这应该是你，有啦，你在里面了啦，这应该是你。你的维诺游戏都是认不出来的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认不出来了。来，我来打雀魂。我刚本想说来跑个光遇之类的，可是他在忙。不要哭啦，你就是那么绿，认得出来，好不好？嗨，小雪。雀魂。晚上好，男人，我不是好男人，可以加个鸭吗之类的？晚上好鸭，男人这么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对不对？你看我跟花音还有你都这么黄，还有这个不知道是谁啊？我们肯定黄到骨子眼里了啊！
来打雀魂，打雀魂。你要换 pink， 你要换 pink。尊都假都，我看一下哦。哦，雀魂麻将，雀麻将。那其实开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开 OBS 都好卡、欸，为什么预设是绿的？可能就是啊啊啊啊，人生想要过得去啊，生活想要过得去，头顶必须有点绿。你肯定顺顺顺啊，肯定的吧。哎、啊，你在度孤，应该没事做了。可能是我田种太少吧，还是我多种一点田给你们玩？等一下哦、喔，因为他，我其实昨天才刚买的啦，然后很多东西我其实都不聊。他可以单机，然后也可以跟，你看这边种个田啊，各位做事做起来啊！有没有小子？你在帮忙？有没有帮忙挖东盖东西了啊？他不像那个啦，《世纪帝国》那一种人多就盖得快，他只能一个人盖一个东西，做一件事情。画面看不到了啊？等一下哦、喔，怎么会？怎么会？啊，日麻你怎么在上面？好了，有没有小子？你在这边做事。来，请进，请进。你是我的奴才了，哎，感谢，感谢，感谢来当我的狗。调整造型。刚好可以遮牌，对啊。哎，优西，你要知道这款游戏吗？有没有想要啊？你顺便贴给你姐姐好了。还是你早就有了哇！不愧是维诺游戏。你是定搜寻这一款，我直接打聊天室，我现在好卡卡烂。对，然后他，你进来游戏之后啊，右下角会有一个板，那个齿轮，你先这边有个齿轮，你先点进去，然后第一个这个改成繁体中文，然后其他应该就很好辨认了。然后他最右边这边有个图旗，有没有？你图旗点进去，然后这边有个金钥嘛，金钥的下面这个你先去。应该是这个啦，你先去那个，他会有个金钥，然后要绑你的凸起，然后给一个金钥，你贴在上面就好了。减一减一，有中文真好。我一开始看不懂啊，想说他说有中文，结果那时候玩了十分钟，找不到中文在哪边。
你有点明显，你在哪？你在哪？没开始了。是没有你啊，应该有啦，只是字出不来，繁体比较难出得来啦，英文都出，英文跟日文出得来，完全看不到我的牌欸，欸，太好了吧，太好了吧，太好了吧，这样我再乱叫什么你都不知道欸，好像没差啦，哎。黄色底线那只哎、欸、我、啊、抱歉。长得老好了。哎，这样子有些好笑的牌或什么的看不见有点可惜可惜，对。着实有点可惜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哎，对了，歪女安安没有打招呼到，抱歉，联动真的没办法。我想要切窗打个字，因为切窗声音就停了。啊，我有点不喜欢切窗停声音这种感觉。哈娜安安，好久不见。我都没发现你没打招呼欸，哎，都有看到啊，只是我没有设定快捷键是关麦的，嗯，联动起来又要切窗，关麦有点麻烦。对啊，刚刚还开视讯欸，没看到的可能要补记录档了。我可能要补记录档，给我去补记录档。啊，来来来来来，我本来今天在玩这款的时候，我本来想说，你们兔窝的赶快去帮我打个揪影，快点，缺人手，缺人手，需要人手，需要人手。哎，黄色是字体发金光哎。リーチロンです。好啦，利恩，对你好一点好不好？龙，我的颜色融入背景了。哎呀，哎，怎么好多金色的哦？这个不用开台就可以叫人家去你的聊天室。我今天就是自己进来，一个人拼了命在做事啊，埋头苦干。埋头苦干。靠自己，他一开始有 NPC 嘛，然后那 NPC 就一人做很多事情啊，播种啊，浇水啊，把那个啊那个什么收成啊这样子，然后后面才有盖一个什么洒水机器人啊，然后播种没办法，播种好像都只能靠手，洒水机器人，然后脑袋宕机啊。那个
采集机器人啊。然后它很特别的是，你播种采集那些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这边有个圆盘，这个它是把我们把作物放到中间的仓库嘛。然后他会从仓库里面拿材料出来，放在圆盘上，然后变成一个叫做生物什么生物燃料，这样子很特别。哎，庆安安安，我真的是没办法传二阶三阶的贴图上去了，我很抱歉。你们那些，你跟米米嘛，不是有三阶的那个会员吗？其实蛮抱歉的，没有你们专属的，跟着打就对了啊，反正你就会进来这边帮我种田啊。欸，人那么多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再扩田？哇，好多人都没事做。哎，感谢棉被猫18。哎，棉被猫，我应该这几天会开台帮你画，帮你画啦，画图给你，画你要的图。因为这几天其实有点热，今天又下雨了。感谢您，哎，没事没事，你本来就是繁星的奴才。好，来就是，我想我本来哈。以前就很喜欢找这种给观众进来帮忙做事情，然后挂着聊天的那种游戏嘛，现在找很久。像之前弹珠也是啊，只是弹珠那个玩法没办法，就是一直挂着。虽然有博青哥模式啦，但是你人要一直在荧幕前面，我觉得有点太累了。就是可能要开另外一场给你们玩啊，还是什么的。有房号吗？有。喝皇帝没有，我也在里面呢，我也在里面，你看到没有？最下面那个，最下面这个，最下面这个，我也在里面弄，好吗？看，你看我也是亲自下来陪你们一起农耕的。然后，需要连接资源吗？有没有改颜色的啊什么的？这些指令这边有，那个播种的指令就不要了，好吧？播种我来就好。等一下哦，播种是 PLANT， 这个不用打，这个由我来播种就好了，听起来好色。这个啊，播种交给主播来就好了，好不好？你们负责揪引进来就好了，改个颜色也可以。就是打揪引进来是会洒水啊，会采集。然后对，然后这样子，你在哪呀？你要不要改个颜色啊？你去改个颜色，因为中文的话
他很多都不吃，所以里面一大堆一大堆看不到 ID 的人。没意外应该都是亮晶晶的颜色啦，对吧？没意外都是这种发亮发亮的颜色啊。亮晶晶的好像就是有订阅的人欸，除非你改颜色吗？欸，不对啊，欸，好像是欸，有亮晶晶的好像是有订阅的。轮到我了是不是？啊，猛猛猛猛！我难怪会卡，开了 VTS， 开了 OBS， 开了雀魂，又开了这个农场，开了两款游戏，一个 VTS， 一个 OBS。什么都开了，真的欸，刚刚还开了视讯欸。嗨，乌阳安，乌一有揪引进来了吗？还没吧？我在度孤，真的欸。哎，人太多了，没事做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我们再扩田，我们的田不够不够，再扩再扩。看一下喔，我们扩这个。来，需要请支援。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支援农田。是干嘛的？会挖掘散落在农场附近的化石。有吗？有吗？我不知道欸，因为没看到巫医啊。我觉得传贴图不让你看到，贴图哪里有贴图可以传？它又不像那个打字，打字会有那个东西跑在头上来。哎呦喂，啊，有喂有喂，真的吗？传贴图会有哦，姐姐来借我玩一下。哦，真的欸，欸，这图好高清哦。有吗有吗？巫医有吗？我没看到巫医啊。来抓，聊天室有谁还没进来的？哇靠，一样欸。哦，没有啊，是男。碰碰，赶快碰。有吗？巫医没看到你啊。欸，有吗？你再贴一次，我没看到欸。对啊，欸，有欸，有欸，有看到了。你是不是绿色那一只啊？有看到 Y 女士灰的，
哦，有看到了雨吗？有那个雨，看到你了，看到了，芝芝。理解。米粉的，嗯，对不对？这个就是中文的困扰，中文的博大精深。リーチです。有养动物了吗？还没，动物还在路上。动物要解锁这只吧？嗯，这只吧。动物是这个啊，它需要 SLA 这个要10000块，应该是够了啦。不然等一下来解锁啊，待会来解锁。动物会好玩吗？那我这样农田要收割起来吗？因为感觉有点太多了欸。左边这一块是我开台前弄的，因为我想说一直都没开台跟你们玩到这个，我就想说靠自己先闯出来。啊，你们来之后就开始收割一些。可以捡动物便便，你好脏哦，脏兮兮。屁咧，如果连二筒没有打出去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啊？好像真的欸，我二筒没打的话，好像很有料咧。好啦，没料了，没料。你要自摸了没？还是其实你是要这一张？你要哪张？你要哪张？快点！你要哪张？等一下哦，这张啊，不对，我没有。有破坏类的指令吗？你现在滚出我的农场！打惊叹号第二个指令，出去！滚！滚出去！滚出我的农场！あら、一位ですか？一位ですか？还要打吗？最近开日嘛，都抽不满人，打一两轮就没人了。可以不要当黄色吗？可以啊。你就打指令，然后打那个啊，颜色啊，你可以打 orange 啊， pink 啊， blue 啊，好像没白色啦。很小，我先转换一下钱。哎呦，6000。把这个弄掉。你只是农场的害虫，你不是蓝色有吗？有啊，有blue啊，可是它的blue颜色有点，你看它左下角有个叶有没有？那个那么蓝，不会只有我吧？我就说我现在打日马已经很难凑满了。看看以前为了让大家都玩到。多开了3小时的曾经，现在抽不满。
指令表王子定选起来哦，好吧。再打一次。指令表。发生错误，请再试一次。哎，我最近图棋常常都遇到发生错误这四个字，哎。我有过。哎，棉被猫，你有办法顺利上传二阶、三阶贴图吗？第二阶、第三阶的贴图，你有办法顺利上传吗？我真的没办法传到，真的让我头好痛哦。我都想要传哪个贴图上去了，可以哦，那为什么不行？我是被图奇讨厌了。就你看看你，你重载你重新传的时候，变得不能传，不要怪我，不能说我害的哦，好吗？就你重新上传删掉之后，发现不能传的，不可以讨厌教主哦，我们说好咯，恨死你了，恨死你了。哎、欸，怎么又是我啦？怎么爱心了？怎么了？怎么了？真的想来淡水吃早餐啊？啊，你是真的想来淡水吃早餐是不是？没有，还好是没有。你敢说有的话，哎、欸，你是不是统测结束了？是你吗？是不是前几天大考啊？请问歪女小妹妹是不是你们？你哦，是高三吗？哦，好，记错了。你国三怎样啊？在考试面前一律平等啊！没在跟你分几岁的啊？你准备会考五月吧，对不对？五月考试，现在好年轻，超年轻啊！那天知道他年纪之后，我整个傻眼呢、欸。太小了吧！他哭着对我说：“正听。”哭着对我说：“正听。”啊，他说：“啊，欸，什么什么什么下课啊，什么东西还跟得到台？”我想说：“哦，应该是国中或大学，欸，高中或大学。”就突然说是国中，我妈呀！太小了，太小了，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是这礼拜吗？也是啊。我说五月嘛，五月就是这礼拜就五月了嘛，那明天就五月了。我没有说谎吧？我。现在小孩这么想要看。哎、欸，你要知道、欸，哎，之前有国中生看台的，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欸，哎，你要知道我陪伴他们学生时期有多恐怖了。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你怎样？
你就是国中看到大学毕业的吗？真的假的？像我吗？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太少打字了，我真的都没什么印象哎。天哪，这样是不太好啊。等，我好失格哦。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君があるとは。我听到那种我从小看到你长大的，哎，很多啊。你看十六，你看十六到现在，恭喜我看十六。我，哎，你看这些，哎，我的一堆 mod 也是啊。但是现在都没在看了、啊，现在都不来我的台了啊，都在隔壁玩得很开心。真的开太多东西了欸，我。欸，左右边空了，右边空了，我要盖牛了。哎、欸，他牛也是，他牛是怎么种的啊？他会需要很大的地吗？看看哦、喔。然后，化石转换。それちょうだい。主播快撑不住啦！リーチドラ。那空间很大哎、欸，方便点。ハネマン。等一下哦，那个橘色和蠕动是啥？它可以增加机器人的工作效率，我也不知道它是啥啦。看起来就诡异诡异的，好啦，放这边。我操！我们可以养动物了。米米在吗？米米的梦，叫名字。米米的梦在吗？米米的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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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你打 building 是因为要去盖东西吗？老铃声呢？对啊，没事啦，好好做事，不要打什么 building。给我好好浇花种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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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嗯。不是要盖牛场，要啊，但是他要先盖机器人出来啊，不然我盖不了啊。你看，他说要先盖某个机器人出来，我现在正在盖啊。要一个循序渐进，懂吗？懂吗？下面有一只在敲啊敲。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敲啊敲啊敲，它在我的肩膀这边有一只在敲，所以现在你们看不到啦。
他要有点聪明的人才看得到啊！没有说你们笨啊啊！乱讲话。我那时候挂那个什么，挂那个蛋那个钢珠的台，我明明睡前挂嘛，也是声有打开，然后也是置顶的在挂，结果嘞，我操！结果嘞，我起床，我睡了八小时九小时起床，他只挂了2%，我就真的是气到不想再挂了，真的很气耶！明明就不习惯签收。明明就很努力在挂，但真的事与愿违。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乱打什么牌？我还好有遮欸，不然你们看我的牌，我都在乱打，打到颅内会出血。Run, それちょうだい。出血啦！主播死啦！主播死啦！教主，你要不要过几天再试上传表情符号？什么意思？你也不能传吗？こういう時は笑うべきなのかな？你知道我？我已经传了一个月传不上去了嘛，我还问安妮，然后我也写信给客服，他要我就是把什么，你可以传，我现在传传看，来，请进请进，应该是可以重复进来了啦，刚刚有成功，看一下哦，创作者标版，然后。哪里啊？设定，转为收听。现在位于观众奖励下方，表情符号，很小。还是不行欸，出现错误，目前无法达成你的要求，我还是不行欸，哎，还是我干脆把账号给别人，然后请他帮我弄算了，哎，给，我主播啊，怎么了？传不了贴图欸，你知道我想要传什么贴图吗？你发现你是有发现图奇怪怪的哦？不是我，我一直都我没有，因为我曾经图奇不是有勾勾吗？然后那时候拿掉之后，我要申请实况盟友嘛，因为要拿忠诚点数来玩邪教养。可那时候我直播两个月，一直拿不到那个忠诚那个合作伙伴，欸，实况盟友啦。你说我是看看我的，我你看看我的，我要弄这一张，我要把这张拿来当三等的贴图，什么完美贴合。所以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哎真的传不了欸。我也用过无痕，因为它上面有写说什么关掉无痕模式啊，哎不开启无痕模式啊，然后用另外一个浏览器啊，然后把什么外挂软件都关掉，我也都试过了。啊该试的都试了。
也都照他的方法上面写了，都做了，但是就是没办法。哎，我还想说，因为我原本三阶有个嘲讽的贴图嘛，我想说那就替换看看，结果把那个三阶的下架来试哦，传不上去了。哎，我可以跟您借您的图试试看吗？可以啊，你说我现在这一张图吗？那你 DC 敲我一下，哎、欸，可以养牛了。小，哎、欸，那个养这个有插在什么东西吗？它养了之后会自己乱走，对不对？还是它会在固定地方？动物喂养区，喂食机器人，肥水，哇靠，又是另外一个东西哟、喔！可以养我吗？有啊，这边有猪啊，这里有猪。必要がなければ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哎、欸，不对耶，要先有化石才能养耶，所以我现在首先要有化石。他这边显示说要化石。ロー、正義の裁きを受けよ。快养他，好可爱。我没化石啊，要等到挖到化石才能养吧？吗？是吗？是这样子吗？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リーチ。讲棉被猫试得如何？好的 ，Long。立即 ，Long。初ドラ。有没有听到？演不下去啊！配置啊，要喂东喂西喂一大堆。选择要检查的充电站。哦哦，我都没升级哦，要再来看。怎么升级？速度？性能？哎呦，危险哦，危险哦，差一个字差很多。性能。
哇靠，这个盖那么久了却还没有去升级他们，真的是。好恐怖哦，楼下听到好像邪教的声音。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这盖了啊，他怎么捡化石啊，我没有看到化石的货币啊。储存肥料，喂食机器人，作物生长速度加快 25%， 肥料可以持续一小时，可以结合生物，可以结合生物燃料来创造动物。啊，我要怎么创？棉被猫，我给你看我后台。我知道，我给你看一下我后台。看到吗？笨白痴，这个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我只能上传一阶贴图，二三阶都没法传。Leech， 欸，有了，我有化石了，欸，好，养猪养猪。嘿嘿，阿猪会在哪边？养了吗？我养了吗？需要动物饲养。等一下，需要动物饲养器，动物饲养器，喂食区吗？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哦，没钱啊，哦！等一下转个钱。动物饲养，最后的十枚。你们要看我的牌吗？想梦，哎，想啊，好想呀！リーチ、ツモ、ドラに。放这边好。安妮芒。噔噔噔噔噔噔噔。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在想，那发呆欸，是不是要离开再加入？应该哦，就是那个人力过剩了。
供过于求。没事。看看呢，然后这个转换喂食机器人，得得得得得得，靠，这么大一个哦，那这个嘞，机器人。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好奇怪的图七，没事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之前勾勾被拔掉之后，因为我那时候有写信嘛，那信件是说哦，确实发现我那个数据不太对，那于是就是帮我把那个什么，就是用就重新帮我把那个忠诚点数弄出来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我后台一直还是怪怪的。啊，其实有写信跟土岐说嘛。好小哦，嗯，看，夜林妈，来喝水。啊，把面具拿掉。ロン、正義の裁きを受けよ。啊堆堆，我每次听到堆堆都会想说，啊堆堆。嗯，性能。啊堆堆。哎，盖在右边好不方便哦。下次右边盖个亭之类就好，我装饰就好了。啊，堆堆，对吧？堆堆，哎，可以养猪了，小猪，养出来，养出来，猪在哪？猪嘞？猪怎么养？哎，怎么养猪？猪呢？嗯？哦？哦？哎，养不了哎、欸、？Why？Why happen？ 等一下哦。什么漏看了什么东西啊？
需要动物饲养器，不是有了吗？不是啦，动物饲养器是什么啦？我想，验证码收不到，哎呀，这个我常收不到通知啊。无法拆除房子，动物饲养器。都改了欸。猜不透，猜不透。我叫动物饲养器，他要氧气，没有了。他要动物饲养器，那是什么？你在玩什么？他这不是喂食区吗？就这样结束，来看看。落ち着くのだ。欸，他休息能干嘛？因为这边可以盖椅子欸。啥啦？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リーチ。角。那怎么看就是这个啊，动物喂食区吧。繁星能否请教一下，若是弄比较好一点的扎眼洞的话，你大概会用几帧？哇，你怎么改这名字了？天哪、啊！请问，哎，等一下，不对哦，是另外一个。嗨，迷迷宝贝安安，好久不见。没有，抱歉，抱歉，我以为你是另外一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扎西布利，你最近也都没开，对不对？都没看到你开了。上班人，哎，看看，我们最后一次玩是去年恐鬼镇了。辛苦了呢。まさか私に勝てるとでも？おかわいいこと。おかわいいこと。哎，好，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农场到底要怎么玩。很抱歉，你也卡住了，卡什么？不是，这到底我种不了，我养不了猪，我想养猪，但我更想养牛。
只是在别人实况上为了不犯规采用什么兔子啊？明天放假，今天久违的爬上线了，哎哎啊！既然你那么这么久违的上线了，那来这个送你，好吧？那么久不见。これぞわらわの巧妙な策なのじゃ。何の策じゃと？不是你说大概用几帧？我其实不会做动画，你怎么会问我？收下了，收下了，哎。啊，そうそうそう。何時もこの町最強の。你的话怎么那么多？闭闭，有客人来。你知道吗？这个 BGM 的那个有版权的。上线了，哎、欸，好哎、欸，来，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的猪该怎么养，想做参考没有、欸？哎，真我是不知道啦。PS 的话，我是直接看情况，哎，我有时候会让他故意就是过很久扎个零秒，我是用 PS 的、啊，就是没有教学可惜，哎、欸，米米。来来来，那个米米宝贝，我刚刚以为你是这个米米的梦，所以刚刚想说你太坏了吧，改什么米米宝贝啊啊，所以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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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想说，哎，抱歉。哎、欸，米米，嗯，男米米，我问你哦，你说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三赛季啊？你有星星，早就有了，上次就有了，好不好？你不用 PS， 我也是为了做动画才把 PS 载回来的啊，不然我也是不做 PS 人 ，PA 死人啊！他可以改位置哎，哦，赞哦，赞哦，啊！可以改位置耶！好啦，其实开的差不多了，好啦，我们想去听妹子的台还是姐姐的台？认识的妹子都在打瓦，你们有头绪吗？认识的妹子们都在打瓦，你们有什么头绪？我又不想，我虽然瓦载很久了啦，但是真的还是没有玩过啊。我瓦载到现在，只开上去玩了新手教学就没了。不好意思，唯诺游戏，你那什么意思？我先看看，等这两个做好之后，可不可以种猪？大概5月10号那周吧。嗯，好吧，想说，哎 ，POE 这一季真的没有很吸引我，就没去玩。想说就去玩 D 四，刚上线就要被丢丢了，不然加个 DC， 那我再去陪你，好恐怖，好恐怖，没啦，最近都会比较常开，这两三天应该没意外，明天早上吧，或下午晚上会开画图台啊。我们这边有三个狼师在打日吗？狼师，我狼师，你说我是狼师？我也狼档案哦。哎，我没看蔚蓝啊，所以这一次的角色我都还好。但是真的要想要的话，应该就是粉毛这一只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发现我真的喜欢的发型，那种可爱的风格都是在粉毛身上居多。哎，帮忙开才不会太热啊！对啊，就是哦，你们哦，哎，你知道我说我不是热热科，没人相信哎。粉红有加成，对啊，但是我也不会无聊，就是什么都要粉，可以养了吧？不行欸，需要动物饲养器。米米，你有玩这款吗？兔窝米米，那个动物饲养器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不能盖？兔窝米米，听到请回答。兔窝米米有，但我很休闲。你还没有开始养猪是不是？乐乐科，我既然懂，对啊，你就是乐乐好不好？你知道吗，歪女，你就是个乐乐。可是你说你很高欸，很多人对于乐乐他们说不能太高，乐乐不能那么高，这样才比较好呵护。我一点都没乐乐的感觉，没办法啊，你长太高了，是还没看过你啊，但是你说你的高度啊，真的有点太高了啊！哇，他一次拿三个哎，我看到了，呜，有变强了，有变强的感觉了，呜。好啦，这个我私下再做165正常吧？不正常吧？我国三真的才144而已哎，你想一下哎，国三144，我们差了，我。我如果撞到你的话，我会撞到安全气囊欸，这个已经不是很安全的高度了欸，只是我种田仔都在搞事，都在看花，哎，我不也是请了这些人进来看花的吗？那是你还没成长，哎，我想女生。矮一点真的会惹人想要有冲动的保护欲望，对吧？对不对，米米宝贝？天哪，好像在叫什么米米宝贝，对不对？欸，不过好久没，真的好久没玩恐鬼了。我恐鬼已经没玩到，直接先卸载了。想说没人玩了，就先卸载了。要玩再载回来玩，你也是端子吗？哈，我现在在冲这个良好市民啊，这个先关掉。我在努力维持良好市民，昨天才拿到连续登录60天，现在61天了，我在努力了。之前本来有到40几天。然后断掉了，因为那时候 CWT 小维竟然可能也会误会，肯定误会吧。还有 LOL， 哎，要不要加一下？虽然我很少打，你要加吗？我去开一下，我看一下我 LOL 叫什么。可哦，很烂哦，我搞不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哦，米米宝贝。我是看到那个朋友玩才玩啊，今天本来有一个朋友在开台打咯，但是我那时候刚好在玩光遇跑图啊，就是番茄，然后他问我要不要玩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心动想玩，但是
那跑完图要赶快吃饭，吃完饭开台。你买了月卡，乖乖天天登录了。我就是想说都要天天登录，我就买月卡。可是那时候就是真的少上了一天之后，就觉得啊无所谓了啦，少上一两天哎无所谓了啦。今天番茄有开哦，有啊，他先玩魔兽，后面玩咯。良好市民那天八十多天，结果某天加班在这等，哎，好懂哦。哎呦，可是我之前 Don't Start Together 啊。我连续登录有一年半耶，他现在登录都有送抽的东西嘛，我那时候就囤了很多一次抽一次钻，我 Don't Start Together 的那个全 skin 都有啊，那种要靠赛抽 skin 的没有而已。那个你要加我吗？应该是这个吧，应该这个吧？哎，怎么看自己的、啊？要怎么看？好友？你丢给我，你给我好了啦。我不太会加，我的很好记，什么 M I M I B A B Y 井520之类的吗？蹲着厕所做蛋糕，巧克力蛋糕。抱歉，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欸，少女呢？哎呦，你和蹲着厕所做蛋糕、巧克力蛋糕已经是朋友了。哎、欸，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吗？啊？有这回事吗？好伤人哎、欸，真的哎、欸，不是你也不知道我们加过好友了，奇怪了哎、欸，我们什么时候是朋友的啦？我们什么时候是朋友的？我们怎么？我真的很哎、欸，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吗？哎、欸，因为我跟你讲哦、喔，我至少记得波比之后，我就没什么加朋友了哎、欸。我们是朋友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们是吗？我搜寻一下哦、喔。去年不是我是今年底才把LOL载回来的哎、欸，奇怪了，我今年底才把LOL载回来的欸，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因为那时候我是去年不去年底，今年底，哦，去年年初加的哦，那就有可能了。啊，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载回来啊？因为我其实去年年初我，欸，我真的没印象我在干嘛欸。是不是以前你那时候会开打 A 啊？啊，那是不是跟朋友打？因为我不可能自己打 A 啊，我一定是跟朋友一起打。这名字你有印象？蝶翼房车漏吗？哎、欸，啊，我是不是说我可以包住你，然后你笑得很开心，对不对？有印象了，有印象了，对不对？我那时候说我是你最好的，我是女生最好的朋友，然后你是不是那时候笑得很开心？有吧有吧，要的吧要的吧。我看到他们打 AI、欸、我等一下关台去跟他们玩一下好了。好了好了，还是我哪天也开那个啊，开台打咯，你们要玩吗？要就是就要咩，哎，肯定要有的吧。好啦，我们早点关吧，我这个私下再研究啦。好了好了，哎、欸，我不知道我把你们揪团走之后，你们会不会在这边呢、欸？好了，说晚安，说晚安，来说晚安，说晚安。哎，迷你宝贝晚安啊，迷你宝贝晚安，不行。
再来是什么？利恩晚安，旭夜晚安，雪莉晚安。下次要剪便便，哎，我努力研究好不好？我真的想要让你们剪大便呢，不然你们都没事做。利恩晚安，干讲过了。歪女晚安，果子晚安，宝贝宝贝晚安，棉被猫晚安，游戏晚安，小小子晚安，晚安晚安。来啦，你们想去？你们想去猫的台还是羊的台？你们想去水蓝色的羊台还是粉红色的猫台？我看看还有谁？不啊，我再不关，我快卡烂啦！哎，还是去新朋友台。那个有个新朋友，但是我从来没救过他。从小就不挑，真的吗？好，我就去这个。我不知道他没有追我，但是当时是在那个丽塔台的时候有认识。啊，我们就过去吧。下次见，咪咪宝贝，下次见。好啦，大家拜拜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